们直播间的宝贝，今天人气票我们付费的不送好不好？咱们不送付费的，然后我们可以打个留着打个榜100榜200行不行？咱就送送免费的，进前10就行，灯牌变红就行，可以可以不？有声音了，可以不，宝宝们？咱们不麻烦，咱们不破费，咱今天付费的不送了，我们就那个送送免费的，然后付费的咱们过一会儿再送，咱玩个什么榜100、榜200，别浪费，行不行？来，咱们先来今天第一首歌，好吧？淡淡。相思都写在脸上，成真离别背在肩上，泪水流过脸庞，所有的话到现在没有讲。暖暖的午后，闪过一片片粉红的衣裳，谁也载不走那扇古老的窗，一路上面再爱上守候一生的时光，为何没能做个你盼望的心，还是没有讲。看那青山荡漾在水上，看那晚霞吻着夕阳，我用一生的爱去寻找那一个家，今夜你在何方，转过头迎着你的笑颜，心事全都被你发现，梦里遥远的幸福它就在我的身边。女王节快乐，欢迎我们直播间每一位铁铁啊，大家晚上好，我是你们的小白牙，大家晚上好。暖暖的午后，闪过一片片粉红的衣裳，谁也在不走那扇古老的窗，玲珑少年在岸上守候一生的时光，为何没能做个你盼望的新娘，淡淡相思都写在脸上，沉沉离别背在肩上，泪水流过脸庞，所有的话现在还是没有讲。看那青山荡漾在水上，看那晚霞吻着夕阳，我用一生的爱去寻找那一个家，今夜你在何方，转过头迎着你的笑颜，心事全都被你发现，梦里遥远的幸福它就在我的身旁。哇，我们今天好多宝贝说我今天好美，谢谢我们家的宝宝们，你们说我美，我今天就当自己是美了，美了美了。接下来一首一半疯了一半算了送给我们所有的直播间，说我像赵丽颖，我们人机票送送免费的就行，宝宝们咱们省省钱进个前10就行了，别太破费。熙熙攘攘正命运的道场，谁曾燃起希望烧一片空旷，多少心的滚烫开不出花香，有梦的人也许最迷茫，就怪那酒杯太浅，经不了泪儿方长，
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不是年少不疯狂，只是岁月太荒唐，就怪那岁催人老，看不清一如既往，笑谈风霜，留一副冠冕堂昂皇。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再队列就诉衷肠，只能说说旧时光。感谢我们帽子哥的嘉年华，谢谢我们孤舟客，欢迎我们知情人大哥，谢谢我们莹莹姐，欢迎佩婷姐、夕颜姐姐，欢迎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祝福我们所有女生朋友们女王节快乐呀！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别忘了啊，给雅雅点点关注，谢谢。熙熙攘攘，转命运的道场。谁曾燃起希望，烧一片空旷，多少心的滚烫，开不出花香，有梦的人也许最迷茫，就怪那酒杯太浅，禁不留泪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不是年少不疯狂，只是岁月太荒唐，就怪那岁催人老，谈不起一如既往，笑谈风霜，留一副冠冕堂皇。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就诉衷肠，只能说说旧时光，就怪那酒杯太浅，禁不了泪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不是年少不疯狂，只是岁月太荒唐，就怪那岁催人老，谈不起一如既往，笑谈风霜，留一副冠冕堂皇。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再队列就诉衷肠，只能说说旧时光。感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谢谢背景红，平时就这个背景红背景啊，它不刺眼吗？平时不刺眼，今天刺眼了，好刺眼了，给你们换一个。来，我们再来一首歌送给直播间的婷婷们，谢谢我们知道不知道，感谢知道哥。再看看他的笑吧，现在我无依无靠，失去温暖的怀抱，你离开的每天我都是煎熬，煎熬。谢谢谢谢大家。
法吧，让我无法自拔，不懂得悬崖了吗？让我体会吧，这爱恨的落差，爱是绚烂的野花，遗憾是一刹昙花。云儿飘啊飘啊，尘儿也摇啊摇啊，请带我去远方，再看看他的笑吧。现在我无依无靠，失去温暖的怀抱，你离开的每天我都是煎熬。云儿飘啊飘啊，尘儿也摇啊摇啊，请带我去远方，再看看他的笑吧。现在我无依无靠，失去温暖的怀抱，你离开的每天我都是煎熬。谢谢知识灵大哥，谢谢我们大哥大姐们送来的礼物，大家女王节快乐！我是小白牙。没歌词还想要歌词啊？欢迎直播间每位朋友啊！今天呢是我们38国际妇女节，是不是？那别忘了给我们的女性朋友啊多多这个打打电话，是不是？我们男生们多多干点活。来，接下来一首《两个世界》送给你们。我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别忘了帮小白牙点点关注，《两个世界》送给大家。我今天头发颜色换了是吧？那黑暗的灯光，角落的忧伤，寂寞的心在游荡，无处躲藏。你喝多的模样，在我眼前晃，好想去为你披上一件衣裳。这一晚的酒吧，杯中的酒晃，孤独在对我说着不想回家，回忆里的声音让我有些怕，黑名单里的那个人已经陌生了。我在没有你的角落里依然思绪万千，你在回忆大的黑夜里依然孤枕难眠。我们谁又能体会这朝思心决裂苦味心酸，都说爱情里的两个人是会越来越黏，可现实中那些恋人总是会不欢而散。我好怕人来人往的相遇会把我改变，最后是我一人捧着这份安全感说再见。感谢我们依依姐，谢谢依依姐。谁让我给个侧脸？你想发现什么？那你等着，这首歌我要给你侧脸了，你仔细看哦。那黑暗的灯光，角落的忧伤，寂寞的心在游荡，无处躲藏。你喝多的模样在我眼前晃，好想去为你披上一件衣裳。这一晚的酒吧，杯中的酒晃，孤独在对我说着不想回家，回忆里的声音让我有些怕，黑名单里的那个人已经陌生了。我在没有你的角落里依然思绪万千，你在回答的黑夜里依然孤枕难眠。我们的爱情发生在两个不同的世界，谁又能体会这朝思心决裂苦味心酸，都说爱情里
是我一人捧着这份安全感说再见。这样吧，一会儿我们直播间现在快三万人，直播间三万的人时候，我给你们侧脸唱歌，行吗？咱们直播间铁铁们分享一下牙牙的直播间，直播间三万的时候我给你侧脸唱，你是不是想看我精致的小鼻梁啊？来，那我们接下来来一首早安龙回吧，我们节奏感好一点，来先来掌声之中，掌心之中，咱们一起来点点赞好吧，加油油。我是不是你最美的风景，仅有一个词来形容，会不会帮我在掌心之中，让我与你一路同行，我能不能得到你的恩宠，被你到老你弄我弄，我也错过花一样的梦，渴望有人爱有人懂，翻越这人海一万人之中，等待与你一见钟情，我也错过花一样的梦，渴望与你相逢，聚焦的目光转身在眼中，转身出现你的颜容，你会不会捧我在掌心之中，让我感受你的不同，我是不是你最美的风景，请用一个词来形容，会不会帮我在掌心之中，让我与你一路同行，我能不能得到你的恩宠，给你到老你弄我弄。感谢大家的礼物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别忘了我们送一送灯牌或者小心心好不好，谢谢大家。我也错过花一样的梦，渴望有人爱有人懂，翻越这人海一万人之中，等待与你一见钟情，我也错过太多的憧憬，害怕错过与你相逢，聚焦的目光等你在眼中，转身出现你的颜容，先来这个侧脸吧，你会不会捧我在掌心之中，让我感受你的不同，我是不是你最美的风景，请用一个词来形容，你会不会捧我在掌心之中，让我与你一路同行，会不会捧我在掌心之中，让我感受你的不同，我是不是你最美的风景，请用一个词来形容，你会不会捧我在掌心之中，让我与你一路同行，咱们直播间现在就是现在是25000人，马上我们涨一涨人都快30000人了，来到直播间的三万位朋友请大家停下脚步，可以点点歌，在我的头像旁边有一个关注的地方，大家方便的话可以给小白鸭点一个关注啊，我是烟台分立孙俪，烟台分立那我是一个山东在东北长大的孩子，然后呢现在还在山东，请问你逮饭了吗？
谢谢谢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也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你们别管我是谁，你来到我直播间，我就是小白牙呀。当然，你可以叫我富友，妇女挚友。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来，那咱们再来一首歌，好吧？我们来一首《桃花诺》吧，最近特别火的这首歌，好吧？别忘了点关注。初见若缱绻誓言，风吹雨疏间，岁月间，问今夕又恒念，喜忧喜淡缘执念，轮回过几年，弹指间，繁花开落多少遍。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寂愿，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寸土一帘幕，一花一树一唐突，几世中爱偏开在迷途。望前路，望旧物，望希望你，望最初，花瓣瓣留在爱你的路。感谢我们焦圈，谢谢一姐。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寸土一帘幕，一花一树一唐突，今世中爱偏开在迷途。望前路，望旧物，望希望你，望最初，花瓣瓣留在爱你的路。前尘夙愿，来世路，一念桃花映过度，那一年几卷时光在重复。听雨疏，望天湖，人间寥寥情难诉，回忆斑斑留在爱你的路。谢谢依依姐，感谢，谢谢大家。这首歌叫《桃花诺》，送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宝宝们，谢谢大家。感谢我们机器灵大哥，谢谢依依姐，谢谢。哇，今天这个我们家姐姐们也都来了，是不是？欢迎大家，歌唱的不错。那别忘了给牙牙点点关注行吗？病好了没好利索，嗓子还是哑的，但不耽误啊，不耽误我们唱歌。我们间直播间的人数真的很稳定。那我想问问我们所有来自直播间的朋友，刚才那首桃花诺大家听过吗？听过的打个听过，还有想听什么歌的你们可以打在公屏上，可以吗？我今天这么好看吗？你们来直播间都在夸我，我真的今天这么好看吗？好，那我今天再给大家唱几首歌好不好？咱们今天多唱几首你们喜欢听的歌，那你们就点吧，你们点啥我唱啥，只要我会唱我就给你们搞起来。要听阿依莫，我自己唱阿依莫吗？一半疯了一半算了，这个歌你们听不够。嗯，还有什么什么歌好看？乌梅子敬
就像乌梅子酱。而且我发现我们直播间聊天人都很多。来，爱是你我唱不上去。直播间所有的朋友，咱们一起来点点屏幕好不好，助助力，加加油，帮小白牙来点点赞。唱歌交给我，点赞不花钱的事交给你，你要想花钱我也不拦着。来，一首你送给大家。你在那万丈重阳守，那万丈荣光看不见你的眼睛，是否会藏着泪光。水旁的目光，一丝浅笑让我心发烫。你头也不回的你，展开你一双翅膀，寻觅着方向就在前方。一声叹息将我一生变凉。你在那万人中央感受那万丈荣光，藏着泪光，我没有那种力量，向往也从不能忘，只等到漆黑夜晚，梦一回那曾经深爱的姑娘。感谢依依姐，谢谢我们心妍姐姐。声叹息将我一生变凉，你在那万丈中央感受那万丈荣光，看不见你的眼睛，是否会藏着泪光。我没有那种力量，向往也从不能忘，只等到漆黑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现在直播间是29500人，还差500人，我们到30000人。我想问问大家，我今天的头发颜色有没有显得温柔一点呀？好，谢谢我们依依姐送来的礼物，谢谢你。那就跟着我们音乐节奏，大家点点赞好吗？我们有礼物的送送小心心，没有礼物的就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我今天的头发颜色可以吗？举起又放下的酒啊，就像我最亲爱的人，每一个难眠的夜晚，想着我最思念的人，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就像手心里握不住的沙，喝下这淬炼的酒，随便吧，就浪迹天涯。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就像天边月镜子里的花，喝下这淬炼的酒，随便吧，就随便吧。
今天的发型还算满意哦。别忘了猛猛地点我的脑门，点点赞了，点点关注哦。谁让我爱上了你呀、啊？谁让我没那么狠心，一次次原谅着你的过错，一次次为难我自己。难过的时候总是独自流泪，醒来后装作无所谓。嘿，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就像手心里握不住的沙，喝下这脆裂的酒，随便吧，就浪迹天涯。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就像天边月镜子里的花，喝下这脆裂的酒，随便吧，就随便吧。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就像手心里握不住的沙，喝下这脆裂的酒，随便吧，就浪迹天涯。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就像天边月镜子里的花，喝下这脆裂的酒，随便吧，随便吧。谢谢，感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谢谢，点鼻子也行啊，行，点啥都行，谢谢。那我们还有没有啊点歌的朋友了？还有没有？大家来我直播间都找富贵啊，富贵睡觉了，富贵睡觉了，富贵，你咋天天找富贵呢？我是富友，妇女之友。不管你喜欢小白也好，还是你们口中的富贵也好，我希望你们都能是开开心心的，喜欢听歌的，好不好？你要看热闹也行，看热闹别嫌事儿大哦，一会儿事儿大了哦。来，所有直播间的朋友，我们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帮丫丫点点关注。接下来一首歌送给你们。真的难以忘记关于你的消息，陪你走过南北东西，相随又无别离。可不可以爱你，我从来不曾歇息，像风走了万里，不问归期。我吹我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我还是那么喜欢你，想与你到白头，我还是一样喜欢你，只为你的温柔。我希望我们来到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开心快乐，那我们每一位主播都有他自己直播的内容和形式，希望每个人大家都支持，去支持每一个为梦想在努力的人。大家女王节快乐。谢谢机器林大哥。听闻远方有你，同声跋涉千里，追逐沿途的风景，还带着你的呼吸。真的难以忘记关于你的消息，陪你走过南北东西，相随又无别离。可不可以爱你，我从来不曾歇息，像风走了万里，不问归期。
这算不算相拥？我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我还是那么喜欢你，想与你到白头，我还是一样喜欢你，只为你的温柔。好，一首我们听闻远方有你送给直播间的朋友。来，那大家听了我唱了这么多的歌，还有什么歌是你们想听的？那我现在可以给大家唱一下，好不好？阿刁能不能不点了？我的老命啊！为什么先说爱的先不爱，后动心的又不死心？究竟为什么？为什么爱到深处才知道痛？繁华落尽，只剩下两个字：伤心。为什么谎言总是看不破，幸福总是嬉皮笑脸的躲着我？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丢弃的玫瑰还倔强地活着，为什么爱你的人啊得不到你的心啊？你如此的冷漠刺痛我的心啊，为什么爱你的人啊看不透你的心啊？明知道这个结果要飞蛾扑火。哇，谁送的礼物这么好看？先不爱，后动心的又不死心，究竟为什么？为什么爱到深处才知道痛？繁华落尽，只剩下两个字：伤心。为什么谎言是看不破，幸福总是嬉皮笑脸的躲着我？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你丢弃的玫瑰还倔强地活着，为什么爱你的人啊得不到你的心啊？如此的冷漠刺痛我的心啊，为什么爱你的人啊看不透你的心啊？明知道这个结果还要飞蛾扑火，为什么爱你的人啊得不到你的心啊？你如此的冷漠为什么爱你的人啊看不透你的心啊？明知道这个结果还要飞蛾扑火，还要飞蛾扑火。
谢谢大家啊，谢谢，感谢我们直播间送来礼物的大哥大姐啊。雅雅在唱歌的时候，大哥们送礼物，大姐们送礼物，有点那个没看着啊，所以我们宝宝们看到了，帮雅雅感谢一下行吗？咱们新来直播间的朋友多少第一次刷到我的，打个一。还想听什么盲种？新来的朋友们，咱们打个一行不行？九十九不退一步，这个歌我都唱两年了，我感觉。一会儿我们一定要唱首《女人花》，好不好？这九十九不退一步，该说不说，我真的唱两年了。要听这首歌吗？真的要听吗？啊？那都十几粉丝牌了，还打一呢？哎呦我的妈！我再也不要做舔狗了，我们好聚好散吧。我能走九十九步去爱你，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感情若隔着一个心的距离，快不了就别浪费苦力。对这段情做了个分析，维持现状不会有结局。一路为你撑伞，我却淋雨。理所应当是你的逻辑，为这段情我已尽全力，你却不敌我万分之一。几许金只会一败涂地，几世止损是我的传记。我能走九十九步去爱你，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任何关系需要双方去维系，靠一方根本无法继续。我能走九十九步去爱你，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感情若隔着一个心的距离，快不了就别浪费苦力。咱们人气票的助力人数现在还不到4000人呢，是不是有点少了呀？为这段情我已尽全力，你却不敌我万分之一。几世金只会一败涂地，几世止损是我的传记。我能助力人数，我能走九十九步去爱你，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任何关系需要双方去维系，靠一方根本无法继续。我能走九十九步去爱你，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感情若隔着一颗心的距离，跨越不了就别浪费苦力。我能走九十九步去爱你，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任何关系需要双方去维系，靠一方根本无法继续。我能走九十九步去爱你，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感情若隔着一个心的距离，跨越不了就别浪费苦力。爱不了就别浪费苦力。谢谢谢谢大家，咱们助力人数我觉得应该往上冲一冲了。付费的咱不送，那咱免费的不花钱的带灯牌的还不能送一送？你看给你们懒的，兄弟们，现在助理人数不到5000人，咱们直播间最少有20000人有灯牌，这20000位兄弟你点一下这儿，点一下这个小黄心，里面有免费的，你找一找。不花钱的事儿咱多干干，花钱的事儿少干干，省点钱给你媳妇儿买点好吃的。哎呦我的妈！不花钱还不行啊？有灯牌的朋友，我们把免费的人气票咱送一送，那助力人数那么多干啥呢？哎呦我的妈！生气了啊！
高兴了啊，赶紧的兄弟们，人气票免费的啊，免费的，来兄弟们，一首人间烟火送给大家。可怜良辰无多，金丝无人说，不花钱的你给我送，花钱的就要别花了，不花钱的你都送出来。伊人后来过江南，夜雨锁惆怅，听得乌篷起又江，心不知所向，花船笑不声声唱，曲曲直播间现在28000人，有灯牌的朋友点一下这颗小黄心，就牙牙头像旁边这儿有免费的人气票，不花钱的，你给我往外送一送。你撑纸伞回头望，千年无一响，问君情丝有几长，能把风谢谢咱们兄弟们啊，咱们不花钱的事多干一干，花钱的事儿咱们量力而行，不能把钱花了，明天想给家里孩子买点啥，到时候咱还得省吃俭用的，没必要。看直播呢，咱不需要花费多少，不像你看明星唱歌的买门票，看直播不需要门票，但是咱加个粉丝团送送免费的能不能行？哎呦我的妈！行你两个行，直播间的朋友，免费的人气票在这儿啊，这个头像，我的头像旁边有一个小黄心或者关注的这个地方，你点一下，点出来之后有一个送人气票，旁边有一个小字儿，点开就有免费的人气票，就不花钱的，你不愿意消费你就不花钱，但你不能啥也不动弹吧，是不是？多多少少你得动一动，你啥也不干那不行，老年痴呆。我努力唱歌你得给我努力干活啊。啊，来，谢谢宝宝们啊，我们现在把免费的可以送一送了啊，能送免费的尽量送免费的，付费的呢咱就只要你条件够好，都是小老板随便送。嗯，这个不拦着大家，但是我们量力而行就行了啊。
行啊，我看满公屏都是行，没有打不行的，打不行的一会儿下去我把你人数超过10000，我发个全网最大红包。谢谢我们剑气凌大哥，今天人数助理人数超过10000，我发一个全网最大的福袋，10000的福袋给大家，行不行？所以说直播间所有有小白鸭灯牌的，哪怕你只有一个人气票，人气票有的大家不知道在哪儿啊，点这儿，点这个小黄心啊，人气票就在这里，点这个小黄心，我们点完之后就知道怎么送了。哪怕一位兄弟就送一个人气票都算一个助理人数，现在咱们的助理人数是多少了？是6400人，再来3000多兄弟，还有7分钟，3000多位兄弟愿意帮忙的，哪怕只送一票，一会儿我发一个最大的福袋，咱们抢一抢，感谢也感谢大哥的红包啊，行吗兄弟们？咱们新来的朋友也可以叫加入我们好不好？加入我们黑凤寨，哎呦我的妈，给你抢个媳妇回来。兄弟们，哪怕你只有一个人气票，还有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我爸我妈看没看直播呀？别忘了给我送个人气票啊，免费的。我爸我妈现在免费人气票，他们俩都学会了，七大姑八大姨也都学会了。咱直播间铁铁们现在点这颗小黄心关注的这个位置，哪怕你只送一个啊，也算一个助理人数。咱现在还有6分钟的时间，助理人数现在已经7000人了，还差3000位铁铁，咱们助力一下3000位铁铁，每个人送一票就行，超过10000，然后我们就能收到大哥的最大红包。来，那我唱首歌助力一下，行吧？我唱个歌助力一下，兄弟们把我们免费的人气票啥的都往外丢一丢，靠你们了啊！这些就靠直播间所有的兄弟们啦，你们加油！我嗓子有点哑啊，喊不出来。现在7200人了，兄弟们，人气票。慢慢就戒掉了你，慢慢就送个人气票，慢慢就变得冷漠。慢慢就与你无关，慢慢就忘记过去，慢慢就不再想念，慢慢就接受分离，慢慢就与你无关，慢慢就送人气票，慢慢就一刀两断，慢慢就放过自己，慢慢就与你无关。嘿嘿嘿，嘿嘿嘿，再来2500位朋友。慢慢就戒掉了你，慢慢就习惯孤单，慢慢就变得冷漠，慢慢就与你无关。欢迎十一哥。慢慢就忘记过去，慢慢就不再想念，慢慢就接受分离，慢慢就与你无关，慢慢就原谅自己，慢慢就一刀两断，慢慢就放过自己，慢慢就与你无关，慢慢就忘掉了你，人气票。慢慢就习惯孤单，慢慢就接受分离，马上8000人了，慢慢就与你无关。
十一哥一定是来给雅雅送人气票的，欢迎我们十一哥回家啊！咱们直播间的所有朋友啊，我们来到直播间呢，只有免费的人气票，大家可以送一送，或者是大家可以送一个付费的也可以啊，就相当于一个灯牌也行。咱们助理人数现在马上8000人，还有2分钟的时间，还有没有2000位兄弟愿意送一个人气票的？没有送过人气票的兄弟们找一找啊，在这个小黄心，大家点开小黄心，里面有免费的。如果你说送免费的太麻烦，我就要搞付费的，那付费的就在礼物栏里，粉丝团啊，在灯牌的旁边是付费的，不要超过600票，咱不浪费啊，不要多花钱。来直播间的，只要你送一个免费的，我都支持，都感谢。好吧，现在我们助力人数多少人了，兄弟们？8100多人了，现在还差1900位兄弟，还有2分钟，还有没有1900位兄弟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就能收到大哥的大红包？我们可以收到机器灵大哥的，也许还能收到十一哥的大红包。来，直播间所有的铁铁们，新进直播间朋友，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加小白牙一个粉丝团，不加粉丝团就没有人气票，得加一个粉丝团才能参与到这个人气票当中。那咱们直播间的铁铁们，如果你可以的话啊，愿意的话，点一下这个小黄心，一个抖币加一个粉丝团，然后我们就可以送人气票了。现在人气票的助力人数是多少？还有1分钟，再不送来不及了，还差1600。还差1600位兄弟，我们助力一下，这个要拜托了，这个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需要1600位兄弟，你们在吗？还差1600位兄弟，我们就10000人助力了。1400位，加加油，兄弟们！还有10秒钟，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了，差1000，差1300，1200，差1200位到10000啊，差1200位。被齐龙老师偷塔了，正常，偷塔他省钱，不偷塔的话他不浪费钱吗？哎呦我的妈！咱们打了400多万人气值，不错，挺好，我非常非常的满意，谢谢直播间的朋友。没事儿，我们不让大哥红发红包，让大哥省点钱。我给大家发了一个最大的抖币红那个福袋，好不好？让大哥省点钱，牙牙多花点钱。毕竟我每天收那么多音浪，是不是？哎，来，那牙牙给大家发一个大福袋，让大哥省点钱。每天大哥大姐们支持我，他们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接下来呢，我发一个全网最大福袋，叫强。噔噔噔噔，挺好的，咱们又拿了个女子组冠军嘛，幸福，满意满意啊！我对今天的我又非常的满意。哎呦我的妈！哎呀，没有办法呀，这个女生中的佼佼者呀，挺好，挺好，挺好。一姐呀，你抢个福袋就别飘屏了呗，福袋没多钱，你飘个屏，我多挣了好几十。嗯，我发了福袋了，大家抢一抢，好不好？参与一下福袋，全网最大的福袋啊！你离开直播间就没有了。咱抢完参与福袋的宝宝，别离开啊，在直播间等着啊。男子组第四名。你才是男子，你才是男子，我是一个小女子。那接下来我今天准备了一首歌，叫做《女人花》，送给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姐姐们啊、阿姨们还有妹妹们，也想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直播间大哥啊、大哥们的这个爱人们哈和亲人们。女人花，参与纸福袋的朋友不要离开直播间，离开就无效了啊，不要走，一会儿带你们去打币卡，榜200啥的，榜100。
你们愿意参与的话就参与啊，不愿意参与的话你给我点赞。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朝朝与暮暮啊，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我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我有花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真心绪放纵。花开不多时啊，看着只须折，女人如花，花似梦。希望啊，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姐姐们都是金花。富贵吉祥且永远不会败。说我唱歌难听的那个，你给我站着。我有花一朵长在我心中，真情真爱无人懂，遍地的野花已缠满了山坡，不妨自伤最心痛。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若是你挖过了花香浓，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若是你挖过了花香浓，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爱过知情重，醉过知酒浓，花开花谢终是空。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女人如花，花似梦。谢谢。大哥们肯定心里就是在想，这个太不公平了吧，女生总是有节日啊，过情人节我们要送礼物，生日要送礼物，七夕要送礼物，白色520现在也让我们送礼物，现在38妇女节还得送礼物，那我们老爷们儿过啥节呀。哎呦我的妈。大哥们，我现在给你们出个招，你们
努努力过父亲节吧。直播间的大哥们，有孩子的话都能过，没孩子的也抓点紧过父亲节吧。现在目前我看看，可能只有这一个节你能过。还有就是劳动节，你也可以过，回家帮媳妇儿多干点活。哎呦我的妈！啊，也不是不行，是吧？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光棍节呀，光棍节你们想过呀？光棍节过得说有点太残忍了吧？感谢没谁了。最可怕的是双十一，双十二不可怕吗？双十一是挺可怕的，总是清购物车。但是说机器人大哥，你条件好，你跟帽子哥啥的，你们这种大哥清购物车他正常。那普通人怎么办？男人好苦。这个时候唱完《女人花》，我想送给大哥们一首歌。来，这首歌我感觉不用送整首啊，我送你们一段，你们就能明白了。仔细听。会勇敢，男人好难，做人好难，白天难自寒，晚上难自难，有些承诺看来是要破产，可是青春就过了大半。男人好难，做人好难，其实碎了还是提心吊胆，别背叛，只好袖手旁观。习惯了，哎呀，永久凄乱。不好意思，大哥得罪了。这首歌你们说我放的是不是挺应时的啊？女人更难。嗯。现在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啊，男女都平等，是不是？大哥们也好，大姐们也好，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弟弟妹妹们都好。其实我们只要努力啊，够努力生活呢，都能活得很好。所以大家加油，加油，跟我一起加油！啊，男人不难，大哥们不难，你们努力挣钱吧。不行，跟我一起当主播吧。哎呦我的妈！给男人们整哭吧！不，出去玩吧，行。出去玩一玩，看我们找谁呢？找你们想打谁呀、啊？现在都沦落成这个我就不读出来了，你们自己看吧，自己看吧。大哥这句话总是太有哲理了，我也不好说，咱也不敢念呢。哎呦我的妈！容易给我干封号。兄弟们，出去打一把榜二百，或者是榜一百，榜二百，大家打不打？我都当主播没劳动力了，我去呗。做主播饿死了，你管不管？做主播了，饿死我也让我管呀，就是我搬砖去呗。打榜二百，兄弟们玩吗？玩不玩榜二百？咱能玩不？有没有两百位兄弟跟牙牙一起出征？有的话咱就打，没有的话咱就随便玩。听你们的，祁隆老师一个人，我打他节奏大。祁隆老师家粉丝们这个脾气比较大，我不敢。他在连麦呢，打啥都可以，打榜五十可以，打二百，榜二百咱们一般都是一个保时捷。祁隆老师家榜二百挺厉害的，我不敢跟他玩，容易输。你们怕输不？如果不怕输的，不打二百啊。有没有两百位兄弟愿意玩？老板，你们不是在你们大舞台吗？不，大舞台不得管顿饭可以吗？连一个可以涨粉的，兄弟们涨粉不重要，我们直播间现在两万来人，咱们就开心才重要。以后不要在意人气了，那么回事得了，要不然宝宝们都跟我压力变得很大。咱们不打那么大压力的，就纯玩儿。惠子好像开播嘞，我老长时间都没连惠老板了，我看看他在干嘛，看看他接不接。
打，随便打。好，那我们就随便玩，好吧？会老板开播了。嗨，好久不见啊 ！Hello，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哎。我看你回来播了，然后我就赶紧过来。今天看你播了，我就过来连过来了。好久不见你了。Hello，Hello， 小白羊现在人气好高哦。没有，我是这个抖音爸爸，就是最近对我好一点，然后才有人。抖音爸爸对我也挺好的。咱们直播间的铁铁对我也还行，对我也挺好。哦、跟大家介绍一下，惠子小姐姐是雅雅一直以来的好朋友，她人真的特别特别好，谢谢，我也特别特别的喜欢她，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才艺主播，2000多万粉丝，以前是我的女神，我的偶像哦。后来她有一段休息了，她依然。依然是我的女神。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对面小白牙呢是抖音爸爸的亲女儿。是她是抖音官方就是的女儿，你知道吧？抖音官方的女儿。我呢，我是抖音官方的就是二女儿，她是大女儿，我是二女儿。对对对。介绍一下，所以官方大概挺垂爱她的。然后那咱俩今天玩一局怎么样？有玩具吗？刚开播我可能没条件。没事，我们可以打一个总榜也行，不打总榜我们可以打个榜十或者榜一百、榜二百都行。来，我问一下大家，咱们是打总榜呢，还是打榜十，还是打榜一百？咱们今天第一把 PK。嗯，我也是第一把，我也是第一把。就是像你这种亲女儿，一般都怎么跟别人玩惩罚呀？我一般都是别人定，怎么我因为我。对，因为你也了解我，我啥都能接受。你也了解我，我也是啥都能接受。你定吧，除了你定吧，你刚开播你定。你定吧，你定。那我们就、你定。那我定的惩罚都老狠了，都老狠了，就胸口碎大石。说那话，胸口碎大石可以啊，我家有石头，我家真有石头。这行吗？我家真有石头，你家有石头吗？我有。我什么都有，还有大锤呢。我看一下你家的石头。把锤拿来。石头。我家真有，我就向大家证明一下，我确实有这个石头在的，确实是有。谢谢牌呀。石头我好像没有。告诉老莫要吃鱼。我的妈呀。欢迎我们家惠子家宝贝。我可以大锤碎胸口，大锤碎胸口，那我胸口碎大石是吧？你定吧，你来定，我都行，就听你的呗。嗯，那我们可以来一个，要不行，不行，我不能，我不敢，我一说惩罚我就输，兄弟们，你不用怕，我没有条件啊，我刚开播，我又是刚跳舞的，那你要输了的话，你给我们来段，我点个舞，你跳。应该紧张的人是我，你不要紧张，好不好？你要输的话，我点个舞，你跳。好，可以。然后我输了，你怎么罚我？你输的话，那我也是，就是说，点支舞吧，舞歌，边唱边跳那种。好，接了。好。那就总票吗？总榜还是？都行，我听你的，我听你。好。不，我听你的。那咱们这样，咱们俩两个来个榜一百。啊，榜一百，我刚回归，我问一下大家。对，你问一下大家，听你的。玩什么你来定，惩罚我来定，玩什么你来定。玩什么惩罚？那就总榜呗，他们说总榜。总榜。我打不过你的。不，咱们没有输赢，来，听你的，那就行。那咱总榜好 OK， 那就重新发、okay. 重新连。好这个、刘慧慧表示内心慌的一批、慌死了，感觉慌的要死，真的麦喽。好，兄弟们，
惠子在我面前她一直都是一姐，真的，她在我面前和心里一直都是一姐，我把她当成抖音一姐。她真的是我们抖音上我自己真的很欣赏的一个主播，她我很喜欢她，她就很怎么讲，很温柔，然后跳舞又好看，而且她直播间凝聚力也是杠杠的，她直播的时间比阿燕要久一些，然后粉丝也够铁，如果我们打榜100榜200真不一见得能赢。总票呢咱就尽力而为，没有礼物的咱们就点赞呐喊帮我感谢大哥大姐，有礼物的呢小心心也行，多了不嫌多，少了不嫌少，但是不能影响你们的生活。我希望咱们家大哥大姐们都理性消费，输赢呢大不了就跳个舞嘛，有啥不能接受的呀，我都能接受，我不怕输，但是兄弟们千万咱说啥呢，别太破费。来吧我唱歌。哒哒哒哒，欢迎对面的宝宝，欢迎你们呢，谢谢我们机器灵大哥，感谢，谢谢我们玫瑰，谢谢银峰，感谢宁静，谢谢我们陆家，咱们这个就是总打总榜的啊，总榜咱们量力而行。哎呀我的帽子哥，哎呀我发现帽子哥最近是不是股票涨了呀，哎呦我的妈。吴周克同学不要再上票了啊，我希望你不要给牙牙刷礼物了好吧，感谢我们天空姐来了，我姐又开始消费了，哎呦我的妈，爱得太深无就会化作痴，梦得太深无就会不认识，就像鱼儿想要飞鸟的爱情朝朝暮暮魂牵梦语，某个时刻我就会不再等，谢谢西元姐，感谢西元姐，某个时刻我就会忘了疼，就像飞蛾扑向烛火的光明片片一无倾尽此生，愿为逼我把你拥入了怀中，心似火我要火为你而跳动，掏出我的热融化了你的，有过喜怒不怕岁月无声，月为冰我把冰拥入了怀中，情如水你用水给了我柔情，醉过这一回瞬间即是永恒，天地之间只剩你的笑容，感谢我们哥哥姐姐们的飞机大队啊，大哥，某个时刻我就会不再等，某个时刻我就会忘了疼，就像飞蛾扑向烛火的光明片片一无倾尽此生，愿为冰我把你拥入了怀中，心似火我让火为你而跳动，掏出我的热融化了你的冷，有过喜怒不怕岁月无声，愿为冰我把冰拥入了怀中，情如水你用水给了我柔情，醉过这一回瞬间即是永恒，天地之间只剩你的笑容，愿为冰我把你拥入了怀中，心似火我让火为你而跳动，掏出我的热融化了你的冷，有过
戏都不怕岁月无声。愿为冰，我把冰拥入了怀中，情如水，你用水给了我柔情，醉过这一回，瞬间即是永恒，天地之间只剩你的笑容。哇，感谢谢谢我们机器林大哥，谢谢帽子哥，谢谢依依姐，感谢夕颜姐姐，谢谢我们夕颜姐，感谢郭周克，谢谢天空姐，谢谢秋冬姐，感谢昆仑哥，谢谢水姐，谢谢大家的飞机。妈耶！感谢夕颜姐姐的嘉年华，我的姐，谢谢我们家姐姐，不是，不是说，喂，大哥呢？你们都干啥去了呀？快点呐！哎呦我的妈！直播间现在就俩大哥，啊，打麻将呢？感谢三二一。快点啊，现在就俩大哥，快点啊，感谢亲哥三大哥了，三大哥了，兄弟们，现在有三大哥了，欢迎咱们家彩虹团的宝贝喂。有没有第四个大哥呀？谢谢机器灵大哥，咱仨大哥了。今天说妇女节，让咱们家姐姐们休息一下，大哥们往前冲一冲，好不好？谢谢我真然姐，感谢我姐姐。喂，大哥，快点，快来！哎呦五个大哥，五个大哥，还有昆仑大哥，谢谢焦圈。焦圈是姐姐，你看呢，有姐姐嘉年华，谢谢我们小狮子姐姐，大哥，我就咔咔姐姐们一顿上嘉年华，咋的？姐，你们省点，姐姐，你们省点，等我摇大哥去。感谢黄勇大哥，你看这不就大哥来了吗？大哥们，你们往前冲冲，我薅你们，我可舍得了。感谢万大鹏。谢谢发哥，谢大哥，我是给你打电话摇来的吗？谢大哥，还有没有大哥再往前赶一赶呢？就是哪个大哥？谢谢玩哥，还有咱们家还有谁？老六，老六现在不知道干啥去了。宇哥不知道隐没隐身，宇哥呢？宇哥也可能被可陪宇嫂过节，也没准儿。还有没有月经哥呀？我叨叨叨叨。哎呦我的妈！小白牙整天实力坑大哥。惠子家怎么什么时候都有条件呢？刚开播也有条件呢。哎呦我的妈！感谢青姐，太过分了啊！太过分了，他老说他没条件，你五十多万儿。谢谢娃哥，谢谢大哥，感谢大哥，谢谢大哥。大哥，节日快乐！大哥，谢谢我机器人大哥。还有没有大哥助力一下？咱们家还有没有大哥们？多少帮帮忙，伸伸手，喊票了，喊大哥们醒醒！拼刺到了，大哥们收到了。先随便哥，没有，谢谢旭哥，感谢焦圈，谢谢旭哥，啊，我哇，啊，啊，要赢了。
十一哥果然在暗中保护我，感谢我们家十一哥破费了，大哥节日快乐，祝我嫂子节日快乐。谢谢我们十一哥，感谢我们玩哥，谢谢机器灵大哥，感谢我们焦川，谢谢我们西烟姐，感谢帽子哥，谢谢一姐、秋冬姐，感谢狮子姐，谢谢我们西烟姐，感谢送来飞机、大炮、小星星的宝宝。我一直在那嘟囔啊，回来了，这都怪我，是我太吵了，我是跟小白牙一样安静就好了，我太吵了。我安静吗？我刚才都打电话了。我也打电话了，其实说实话这个大哥是我通过大哥大叫过来的。我刚才给大哥，我给我大哥打电话说，喂大哥，过节呢，快别过了，先过来守个塔。过节呢？哦，今天是过节。对对对对，谢谢十一哥，感谢我们十一大哥。我们好，那我罚你来跳个舞好不好？好。其实我说真的，我没想到我会打那么多，因为我刚开，然后又跳舞啥的。哦，我也没有想到，就是突然之间他过来了，我就觉得我的妈呀。其实谢谢贝哥，谢谢。其实我在开玩笑，你知道吧？我在开玩笑，但是没想到大哥是真的，真的一直在默默守护啊！谢谢大哥。那我们罚你给我们跳舞吧，你跳，你随便选，你跳什么舞我们都喜欢看。跳什么舞都喜欢看，为什么呢？因为你可爱呀。好，那跳个，你们有什么入梦歌有什么想看的吗？都行，你来吧。他们可能都不知道我会跳舞吧，因为我对对，我们家宝宝好多都没有没有见过，没有见过你跳舞啊。我跳个这个吧。瞎跳的，反正就是一顿乱跳，也不知道在干啥。优秀优秀，好看好看好看。哦，是吗？过奖了，过奖。好，那我唱，谢谢，唱半首歌，也送给我们家十一大哥，然后也送给我们惠子家的宝宝，好不好？好好。欢迎我们惠子回归呀、谢谢。一首慢歌啊。谢谢我们榜上的大哥大姐们，大家给我入梦歌，还有微微点。我们直播间宝宝喜欢惠子的，我们点点关注哈。妈妈是表哥。你是表哥吗？夜半风雨声惊醒梦中人，谁在离秋之后时常来空门。若重庆一生
起锁困，宁愿开始就只一个人。清晨一盏灯照亮了前程，谁在大雪之前一手来赶针？若心有余温，从不感觉冷，虽然最终都还一个人。前路漫漫雨纷纷，谁在痴痴等？人去心都千般恨，不做负心人。若爱得越真，就陷得越深，断了缘分就只剩离分。好，一首歌送给大家，谢谢谢谢谢谢白牙。我这感冒了，嗓子有点哑，谢谢。好听好听。嗯，那我们喜欢看跳舞的宝贝别忘了给我们惠子小姐姐点点关注啊。那我走啦。 好嘞好，拜拜拜拜拜拜。好，这个 PK 也太贵了。谢谢十一哥，感谢我们玩哥，谢谢我们机器林大哥，还有依依姐、焦圈姐姐，还有我们帽子哥，感谢孤舟客、昆仑哥，还有天空姐、秋冬姐、西元姐、小狮子姐的亲哥，还有所有的宝宝。我没有想到十一哥你是接到我的电话了吗？我十一哥都升级了，都44了。我刚才看来给我送人气票的时候好像是42级，你怎么连升两级啊？是不是收到我的电话了？刚才喂大哥吗？然后你就哎呀给我守塔了。谢谢我们大哥啊，感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大哥大姐们，这个真的是我太感动太激动了。谢谢我们大哥，唱完啊。哦忘记了，不好意思啊。清晨一盏灯照亮了前程，谁在大雪之前一手来赶针？若心有余温，从不感觉冷，虽然最终都还一个人。前路痴痴等，人去心动千般恨，不做负心人。若爱得越真，就陷得越深，断了缘分就只剩离分。回程无期也无声，回头也无只问身后一阵阵莫名的心疼。若是有来生，你是否虔诚苦守一生只为他转身？若是有来生，你是否虔诚苦守一生只为他转身？只是今生劝你别再等。这首歌呢唱了是希望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能够珍惜身边的人。希望我们每一次再见都是有期啊，而不是无期。
珍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珍惜你的眼前人，你的眼儿。我也珍惜我的每一个直播间的粉丝和小伙伴，谢谢。喜欢听歌的别忘了给丫丫点点关注啊、嗯！谢谢我们玩过大哥真好，每次说要感谢大哥，大哥就不见了。十一哥也是，根本就不用感谢，你不用感谢我也走了。咱们家大哥怎么这么好呢？主播是东北人吗？主播是山东人，我在烟台，欢迎大家来到大美烟台，我是孙俪，烟台分俪。这个我是新烟台人啊，在这里有自己的事业，未来也会有自己的房子，打算买块地建个养老院。哎呦我的妈！你们这些未来的小老头小老太太，准备好你们的养老金，等我有钱买地了，你们就过来养老吧。天天领你们上海边捞海肠洗海澡。30年40年以后，我们将是海边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一帮老头老太太穿着比基尼洗澡。如何？你们觉得我这个建议可行？有钱了我买块地。哎呦我的妈！那个兄弟你错了啊，有钱来建个狗窝。你家富贵一个小地方就够，建狗窝那也排场太大了吧。海里的谁抓着是谁的。那个时候老太太我报名。哎呦我的妈。对对，海里的海肠谁抓着是谁的。但是你要是抓我家老太太的话，大哥，如果你被群殴的话，这个事儿你不能怨言呀。这个我要抓老太太，我们家老太太以后都得抓小帅哥的，都得抓家抓这个小帅哥的，有你什么事儿你老干爸事的那个时候。这个好主意好是吧？感谢叶玉才啊，谢谢我们家，谢谢我们彩虹团的宝贝，感谢宝贝送来的礼花筒。你看，兄弟们，我刚才本来想给十一哥还有玩哥整个单间儿，建到时候咱们建这个养老院，我给他俩整个单间儿，毕竟是两个大哥嘛，疯狂消费。我跟富贵一个屋。好，给你多整点草。然后我打算给他们就是整一个单间儿，但是大哥们走了，走了的话那就不睡单间儿，睡通铺吧。哎呦我的妈！不给我舔大哥的机会。谢谢天天哥。哎呀，这个天天哥，天天哥，我发现个事儿，天天哥，你不是喜欢做榜一吗？你要不要往榜一坐一坐？大哥你觉得呢？我不知道你是真心喜欢小白眼儿呢，还是过来导个流或者是做个运营。哎呦我的妈。假如说你是咱家粉丝大哥那没问题，但是你要是导流做个运营的话，你得往榜一坐一坐，不然他不像啊。可以 VIP， 大哥走了，大哥走了就先不舔大哥了，就不 VIP 了，先把 VIP 送给别的大哥。啊，先把 VIP 送给别的大哥，等了大哥回来的咱再研究研究给他个 VIP， 先不舔了，先不舔，先舔舔机器灵大哥通铺，先舔舔机器灵大哥，给你整个这个，给你到时候整一个好一点的小单间儿。哎呦我的妈。爱情的火焰真会坑，对，不能坑大姐，这是谁的手？专门就坑大哥。万一大哥在隐身，因为大哥都是神豪嘛，坑坑不要紧，坑坑最健康。但是大姐们真的是纯情怀在这陪着我，大哥可能对我都有想法，有没有对我有想法？大哥，你往榜一坐一坐。一天也没有个对我有想法的大哥，真的是让我太失望，大失所望。哎呦我的妈！可曾记得彼此的脸，你的爱在
没事儿，失望不要紧，揍个人去。这边看看江豆豆，江豆豆好像在连线。哎，咋的？哎，豆豆，嗨，方言小哥，哎，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丫丫。啊，那个给他甩个人儿。悄悄话，方便我进来吗？那个，方便，方便。啊、好。哎，我说个事儿，是怎么？他是你老板吗？是不是？正是。谁老板？上面那个。没有，我第一次认识方言小哥，没有啊。啊啊。我是自己的老板呀。啊，你这么的，丫丫，我们俩刚打完一场 PK 啊，然后啥意思呢？我要给他做惩罚了，你要看他做惩罚，你等进来还挺不好的。完一会儿咱们等五分钟、十分钟以后，完我再主角，咱们再拉。好，好不好？一会儿我等你，对不对？对不对？你毕竟他也要脸要面子啊，他。好，一会儿见。好，哎，好，一会儿见啊。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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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七万不行，必须到七。啊，这个房间小哥我还是第一次见，嗯。这个以后可以常见，嗯，什么贵妃间？贵妃间是什么间啊？贵妃间啊？大澡堂子？不行不行不行！来了，欢迎我们直播间的宝宝啊！那我们可以，再找找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不是牛头村的啊！幸好我不是牛头村的。哎呦我的妈！庆幸啊，自言自语，衔接找到不想挨着。女神节快乐 ，Hello， 快乐，两位老师，快乐快乐。小白呀，女神节快乐，女神永远快乐。我是女神经。我想咱们那啥，咱们就是才艺局，好呀，才艺局，对，再找一个人，对，咱们还有没有？再找一个朋友。哎，齐鲁老师在的，要不拉一下他？看他接不接吧。不接三位美女啊，齐龙老师好。不是，我害怕你们呢，这是一天天的，一个比一个猛，这是，好家伙，这小白牙跟云朵，好家伙，一个比一个猛，我干不过呀，这不。哎呦我的妈！好像你不猛似的。一点都不猛，就是，不过在云朵的，还有小白牙，还有那咱们雷阵雨的带领下，可能今天我也能猛一下。没事，齐龙老师。齐龙老师，今天是我们女神节、女王节，然后今天如果你有幸赢了，给我们仨医药费就行。啊，那我就我那我等说那他约费也挺好，这玩意儿。行吧，那行吧，那个云朵，咱们就闭麦。这样闭麦啊？对对对，这得发一个，来来来来，先发一个，好吧？你发吧。还有人说三大意呢，你这。来来来来，闭麦。咋想的？来，来闭啊！好，再发一个来。好，一会儿见。哎，好嘞。分钟。哎呀。嗯，此时无声胜有声。我再给大哥打电话。哎，大哥啊，刚才人家票偷咱塔的来了。对啊，不然这。啊，咋整啊？这一局除了歌手就是歌手，只有咱家啥也不是，咋整啊？啊，对，都可火了，不是好声音的，好声音的就上过春晚的，啊，还有写歌，谁送的马车呀？感谢依姐，依姐你先别动手，依姐，我给大哥打电话呢，你先别动手，姐，
啊，对，大哥，他们都挺厉害，我唱歌是唱不过他们了，我唱歌肯定是直播不过他们了，他们唱的都太好，都这音乐学院那音乐学院毕业的啊。对呀、啊、就咱家啥也不是、啊、咱家我小学都没毕业咋整啊，咱唱是唱不过他们了，反正是你看看不行打个 PK， 你那票上赢了他呢不行啊。哎呦我的妈啊，行吧，对对对，大哥你快点啊，我撂下你手中的牌局，对，开车靠边停那个车啊。感谢机器人大哥，谢谢大哥。哎好嘞，等你哦大哥，还有七分来钟赶趟啊，你先赢一把，你先胡把牌。大哥说他看看吧。兄弟们没事，大哥说他看看吧。感谢我们机器人大哥，谢谢依依姐啊，谢谢我贤姐，谢谢我这一生，感谢焦圈姐，谢谢男人哥，男人哥你看看你往上冲冲的男人哥啊。感谢美丽心姐，谢谢可乐，感谢我想静姐，谢谢蛋蘑哥。大哥说了，说大哥说他看看看喜庆。兄弟们他不一定来啊，不知道哪个大哥能来啊，也许一个也没有啊。没事儿，他大哥，但是大哥也放话了，感谢我们家小歪，谢我们小歪姐姐，大哥也放话了，说你不行你可别的大哥好好呢。谢我水姐，谢我水姐，哪个大哥能提说要出战一下让我薅一下。还有手有手说手机卡了吗，大哥说他听不着没信号。大哥也说了，喂你说什么听不着没信号。谁送的火箭，谁呀、啊、我看看，谢谢我安安姐。感谢天世界，谢谢鸭之风。兄弟们咱们给我们送礼物的大哥大姐点点关注，感谢我们机器灵大哥。来我唱一首从来没有唱过的歌吧，好吧。谢谢誓言姐姐。天空一朵一朵雪花，一阵一阵寒风刺进我心头，你的天真美丽笑容掩饰所有哀愁，靠在我胸口。为何你的吻如此冰冷，为何你的眼角泪在流，我知道我们走到缘分的尽头。你说再也没有天长地久的厮守，给我最后一次的温柔，从此分开手再没有，没有以后。你说再也不能天涯海角一起走，给我最后一次的温柔，转身不回头不停留，人爱在雪中颤抖。感谢帽子哥，谢谢依依姐，谢谢我们家姐姐们啊，谢谢大哥们，真好了。姐姐们你们省点钱，还有大哥呢。谢谢兄弟们的礼花筒和小心心，好像大哥醒了。突然那么多年感情，那么多年守候都化为乌有，不要再说什么理由，再说什么借口，我不会强求。你用最后一次的温柔换我最后一次的放手，我知道我们走到天涯的尽头。你说再也没有天长地久的厮守，给我最后一次的温柔，从此分开手再没有，没有以后。你说再也不能天涯海角一起走，给我最后一次的温柔，转身不回头不停留，
人爱在雪中颤抖。你说再也没有天长地久的厮守，给我最后一次的温柔，从此分开手，再没有没有以后。你说再也不能天涯海角一起走，给我最后一次的温柔，转身不回头不停留。人爱在雪中颤抖，人爱在雪中颤抖。谢谢我们帽子哥，感谢机器林大哥，谢谢依依姐，谢谢夕颜姐，感谢安安姐，谢谢头头，感谢我们昆仑哥，谢谢贤姐，感谢天使姐姐，谢谢男人哥。你看我们家永远这样，唱不过他们就打过他们，打不过他们就唱过他们。如果打也打不过，唱也唱不过，那我就挂麦。哎呦我的妈！我多聪明啊！感谢我们玫瑰妹妹，谢谢我们玫瑰妹妹，感谢我们小歪啊，兄弟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哥一会儿就来了。大哥还有一分钟到达战场。哎呦我的妈！但是大哥不一定有信号，刚才最后那几句他们可能没听着。谢谢宋宋。我这个人啊，总是给自己无数个台阶下。谢谢白晶。你说咱家咋这么团结呢？我也不到啊，就跑路。对呀、啊，打不过就跑呗，就咱家为啥这么团结呢？谢谢涛姐，感谢奥托，谢谢大家的小礼物，谢谢你们的点赞。咱们家兄弟们记着，咱家有礼物就上，没有礼物呢咱就干点活，哎，会来事儿。感谢大哥，感谢大姐。哎呦我的妈！带他们去海边捞海肠，现在大哥要上单间的赶紧往榜前坐坐了啊。如果打也打不过就说过他们也有道理哈。谢谢宁姐，感谢我宁姐，谢谢宁姐，感谢。那个47级大哥在下面说话那个，刚才你上票啊大哥，你这么高等级你怎么还在下面落上壳滚上屏了呢？刚才那位47级大哥好几十级灯牌了，你怎么还在下面滚上屏了呢？你上票啊。哎呦我的妈。大哥单间都是 VIP 中 P，VIP 中 P， 打不过就加入。你看齐龙老师老头他，没事儿，反正也不罚啥的。哎呦我的妈！感谢我们金希林大哥的嘉年华。哎呀！可惜了了，可惜了，掉一地啊，完了。感谢我们大哥大姐的礼物，你跟他就差10000多票，掉一地。哎呦我的妈！没事，等着秦龙老师送医药费。感谢我们依依姐，谢谢机器人大哥俩，大哥大姐姐破费了，谢谢我们帽子哥，感谢我们夕颜姐姐，谢谢焦圈安安姐，感谢头头昆仑哥，谢谢宁姐，谢谢小歪，谢谢送来每一个礼物的朋友，谢谢。我咋跟赢了似的呢？兄弟们，你说我感觉咋跟赢了似的呢？一牛白白，感谢我们玉龙在天，感谢田园风光，谢谢大家，辛苦大家了。哎，谢谢谢谢、那个，辛苦了辛苦了。这么着，是我一会儿讲还是现在讲的？一会儿吧、嗯，一会儿单独唠。今天嗓子也不是特别好。我怎么感觉跟赢了似的呢，兄弟们？你说，嗯啊。
大哥请讲话。大哥请讲话。亲戚们家人没有给榜一海参女王点关注的题目转账关注啊，谢谢，再次感谢三位美女的承让。没事的，没关系。真的真的是承让啊。这个每天都有雷阵雨的实力多大我不知道，没给他单独没给单独聊过。我哪有实力啊，启龙老师。但是小白牙和云朵他俩我是谁都打不过。我没有没有没有，秦老师你过奖了，我们就是想要点医药费而已，大过节的。哎呦这妈、啊、哎呦齐健去的直播间刷个气球就行。哎呦这妈谢谢谢谢，那这样的那个云朵气球一定好。我那个声带有点问题，我也提醒咱们那个小白牙还有雷阵雨还有那个我最近我声带那个自从阳了以后了，是不是老这样？咽不下。这一段时间我老觉得有点不舒服，我去医院检查了一下，结果是上面长少许白斑。对，就这个意思。不是，我就想我问一下那个青龙老师，你咋跟那个大侠一样的声带不舒服呢？不是，他是大侠也息肉，他是长息肉了，我是然后你还白点了，这一系列都。就给我估计的直播的人那个这个声带，我跟你说运动，这个声带最害怕直播的哪个字知不知道？这个字说多了以后声带就容易出问题，就是守塔的塔字。难怪声带没出问题，我们一般都没说那个守塔的塔，守塔呀，就基本上没说过。我也没说几回，我没说几回，把我说毁了就。你都不需要说，你肯定没有说啊。谢谢谢谢家人们哈，那个这不用介绍了，这都不用介绍了。那个小白牙人气应该是挡挡的。下边这两位呢还用说吗？刘震宇和我们的云朵是著名歌手了，那还用说啥来着？小白牙的现在唱的好像是我没有，我的人气是承蒙我们齐龙老师家好多那个宝宝过来听歌什么。你可拉倒吧，你白天都十万家，你这一天天夸我不是你就是夸我，我也要医药费，热气球也行我一点也不嫌少。我连完你们以后我亲自去刷去。哎呦这妈行吧好吧，那个云朵，咱们就那个，反正我这个嗓子不太方便唱歌，你看我现在，你看我说话，行，听出来，听出来了，休息休息，对，好，没关系啊，没关系，不方便唱歌了，这有请三位美女给大家，没事，没事，要谁来了？欢迎咱们的著名歌手，著名，哎，这个美女啊，哎呦我的妈，著名美女，这名叫的美女，石大侠。他不是在播吗？他不是石大侠，那个大侠，你给我办个事吧，大侠。那个我这一局我赢了，我说好了，他们要约费，我说一人直播间刷一个气球，你替我三个直播间一人刷个气球行不行？来，兄弟们，谁会来？不管石大侠来不来，都给大侠点点关注。你看看。哎呀，来吧。哎，那个我那个啥呢，我就是那啥那个那个云朵，我就唱一个就是比较低一点的歌行不行？谢谢放下姐姐，不用了、放下姐姐来了啊、放下姐姐大方的直接刷了个火的啊、那谢谢放下姐姐本来今天放下姐会应该来到我这里。哎呀我的天，不行，我要敬个礼啊。 对谢谢放下姐姐，感谢大侠。本来那个方夏姐呢应该来到我这里啊，我答应她今天直播来的。谢谢我们方夏姐姐给大侠点点关注，兄弟们，谢谢方夏姐姐，谢谢我们。对对对，好了，再次感谢方夏姐的，谢谢方夏姐面子。好 ，OK， 谢谢行吧，那个谢谢云朵，那云朵我不唱了行吗？我这嗓子就是啊，问我为啥呀？为啥问我？只问我。我是没事的，可以刘震刘那个刘震宇和小白牙，你看别、我不唱了，行不行？你看你说啥？哎、只要齐龙老师，你条件允许的话，你就唱；不允许的话，你就休息，没关系，都是开玩笑的。
对，你们三个唱一下，我听一下，好吧？那我直接先来了哈，谢谢大侠，谢谢大侠，家人们点点关注啊，谢谢大侠。那谢谢，谢谢方小姐。那你咋这么好呢？让秦龙老师让你说，就直接回来过来说来了。谢谢方小姐，感谢方小姐，谢谢。咱们农家人那个，等我嗓子好了以后，谢谢大侠。特别是咱们方小姐的那个贵妇膏，那这样我来啊，我来唱，我先来，是我先来是吗？啊，对，咱们是伴手吧，是不是？还是行，还是。可以吗？半首吧，半首，半首，半首，好，来，一半疯了，一半散了哈。嗯，好听。呀，这不是那张颂文吗？送给齐龙老师，还有云朵、白牙的所有的家人们。熙熙攘攘，这命运的道场。好听，漂亮。谁曾燃起希望，烧一片空旷。多少心的滚烫，开不出花香。有梦的人，也许曾迷茫。就该拿酒杯代钱，进不了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哎呀，你刚才唱这歌的时候，石大侠送了个小跳舞的小美女，跟他转了一圈走了。石大侠，兄弟们，听一听，这首歌就是雷震宇唱火的。据我所知，不是这首歌是啥？小白牙，这首歌谁的原唱啊？就他，问雷震宇啊。雷震宇是谁的原唱啊？这首歌的？我的。哦。不是吧，秦龙老师，我以为你是故意考那个小白牙的。不知道。啊，不知道，我的啊，那个男的是翻唱啊，那个男的，啊，对，因为我这个，那首歌我从那个男的那个声音听出来的，是的，他唱火的，他在抖音上唱火的，真过分，你们谁说的？你们人家是原唱，你听我说，那个小白牙，蓝朵，特别是云朵，我跟你说个事儿，现在有一个不能说谁的名字哈，有两个团体在抖音上特别受大家的欢迎，现在是他就是唱别人一首歌收15W，哎呦我的妈！就注定会火的是吗？你的歌不火是不是 ？OK， 来，我给你唱一下，给我15W。哎呦我的妈！是吗？对。哦。但是也不知道为啥，不管他唱的好要不好要啊，他这一唱人气还挺高。你这你不服不行。哦。你这真是，这厉害。呵。那问题是唱不火了呢？唱不火你不打白花了吗？这玩意儿。哎呦我的妈！唱不火以为退钱呢，不退，退货。行，老师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说小白鸭这里面就你不火，下次有歌让我给你唱。不是，你理解错了，我这，你没发现吗？那个我这个人连我的歌都没唱火过一个。不是啊，你的歌多火呀。没有，你没发现吗？那个云朵在这儿呢，就是我的歌，别人就是，我还没发现谁唱我的歌能取得多高人气的。哎呦我的妈！就在这里。可能是我的歌写的有点土。哎呦我的妈！为啥？不是，很好听。怎么会是土呢？谁知道没人唱吗？这不是就。我们都唱啊！待会儿来，我就来唱。哎，谢谢。好吧，那个大家支持一下，咱们一半疯了。嗯，你的歌。对，我们宝宝可以多去帮雷震宇打打榜啊，去点击评论、下载啊、转发。家人们，谢谢。没错，谢谢，就一半疯了，一半散了，是吧？这样，一半疯了，一半散了。谢谢自然哥哥，谢谢你。龙岩，我也唱个我的新歌，行不？好的，云朵。我今天刚发的一首新歌叫《花开了》，这个啊，谢谢啊。仨都是歌手，你说改天可以唱我们齐龙老师的作品。不是，你很快都比我们都火，小白牙你。
说对呀、啊、小白呀现在多火呀，知道为啥吧？因为你年轻啊，才十八。刚才我们公屏上还说是小白呀这个情商也很高，哎，很高。我的故乡，月亮之上，高山流水，湖水荡漾，鸳鸯戏水，鸟儿歌唱，人们笑意写在脸上。千年古树，日夜守望，万里游子，浪迹四方。我的梦想，我的希望，源于我的那片土壤。看着看着花就开了，说着说着果就熟。花果花瓣飘满地，空气弥漫花的芳香。看着看着花就开了，说着说着果就熟了。有人爱那向日葵，我却爱那窗外。我说的半首哈，我就说半首。好听，漂亮，这首歌叫《花开了》。我们的花开了，是我们云朵的原创哈，新歌是吧？新歌，对，今天下午五点钟到发。啊，大家大力支持一下咱们。谢谢大家。这首歌好听，兄弟们，你说我、他们都是歌手，我唱也唱不过他们。你就别这么谦虚了，哇，那么多人喜欢，哇，只是有其他技能，我要挑战你们仨。哎呦我的妈！谢谢吴哥，我要唱一首《小鸡哔哔》十倍速。我也不跟你们比谁唱的好，我要跟你们比谁嘴最快。太棒了，这歌叫啥名来着？不知道。你不要等等，你还要问一遍吗？你给他理一块小鸡哟，你给他理他学谁？小鸡哔哔，又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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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哔哟。你给他理又母鸡哟，你给他理又母鸡哟，母鸡咯咯咯咯，小鸡哔哔，又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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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哔哟。你给他理又母鸡哟，你给他理又母鸡哟，母鸡哇哇哇，母鸡咯咯咯咯，小鸡哔哔，又是哔哔，又是哔哔，又是哔哔哟。你给他理又母鸡哟。你到底又会又会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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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啊，打也打不过，唱也唱不过，我就一块取胜吧。这讲太厉害了，哇，厉害啊！我一开始以为他是给我们搞笑来的，后来才发现他是跟着节奏有一个换词的。这兄弟们真是真的，三位老师真的是唱的顶呱呱，丫丫确实是我要跟他们学习，所以我就得整点猪马牛羊。猪马牛羊。不是太棒了太棒，你这个嘴太快了，这嘴太快了，这太厉害。那行吧，就这么着吧。我那个我今天我老觉得不唱两句好像对不起大家似的。你看我嗓子虽然有问题，我尽量的来控制一下唱，如果唱的不好劈了中间，大家不要去介意。我都已经猜到了，作为一个音乐人，然后我们唱成这个样子，你还会最后能够忍得了？啊，不是忍得了，我就唱一首我去年发行的一首。最不火的一首歌，一点动静都没有的叫《爱情一次性》。哦，爱情一次性，好的。这嗓子不舒服啊，随便听哈，云朵，可能唱的不好。平时无际，只剩最后分离。我讨厌一次性，用完就被丢弃，就像我的爱情，没人为我可惜。我讨厌一次性。不再拥有华丽，就像我的爱情，恍若隔世迷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唱了一段吧，唱了一段。属实没听够，没听够。嗓子不好还能唱得这么深情。不是，你看我嗓子是打卷的，特别难控制，现在是。有一点要，有一点。对对对，那就不是那种感觉，不开阔了。对。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对，心有余而力不足。帮那我们给我们三位老师都没点关注的点上关注吧。对了，这么着，家人们哈，那个咱们四个直播间呢，就是没有互相点关注的所有的那个家人们哈，咱们把关注都点一下，特别是咱们龙家人，给三位美女把关注时间往上上一上，谢谢大家。云朵，我现在播一场，我直播间几乎都是五万人左右，有时候六七万。最多的时候也能赶到十万加，就是我一个人的爸爸的时候，我播一场只涨1000粉丝，真的？对，真的，你肯定是我的，得是我的五六倍以上。你播一场，你涨的粉丝。哦，哇，你的粉丝已经是1000多。不是，我现在播一场，祁龙老师，我们再帮他点上关注好不好？谢谢谢谢。我相信不仅仅是这个1000关注，兄弟们再使劲点，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那个，因为不知道为啥，反正都是我们龙家人在玩直播间，因为就是我直播的下边几乎没有陌生的人，全是龙家人马家，就是铁粉啊，几万铁粉跟着粉，你说太狠了。我这个人，如果是不是龙家人铁粉的话，我现在直播间连50个人都没有。哎呦我的妈！这是可没法整，真的是这回事啊！谢谢大家，你一上播，您的龙家人铁粉都直接就来了。铁铁的，谢谢大家，谢谢。OK，好的，我先看了哈。好，拜拜，秦老师，拜拜，林晨宇，拜拜，云朵老师，拜拜，拜拜，天啊，我涨了，我涨了多少粉丝？涨多少都行，涨多少，涨一个粉丝也是我的福气。兄弟们，我说实话呀，你说三位老师啊，
歌写的好，唱的好，歌唱的好，歌唱的好，我能干什么？我感觉我在他们三个中间就是个小朋友，咱也没人家唱的好，也不会写歌，连翻唱都不值150,000。别说150,000了，1500都可能没人找我。哎呦我的妈！所以说，没有办法了，只能放大招。开玩笑，那咋整啊？你是个人才。哎呀，未来是你的，未来不是我的，未来是大家的。我就是能跟着几位老师屁股后蹭点啥也行，是吧？这几位老师火了，能拉吧拉吧我，我也知足。所以咱也别在他关公面前耍大刀了，是吧？也别在人家唱得好的面前展示了，咋展示也不如人家，人是专业的，咱是，就是怎么说，人家是牡丹花，我就是那个小草。哎呦我的妈！也别挣扎了，唱我的楼兰我又唱不上去，唱那个雷震宇唱的摇滚我也唱不上去，然后齐龙老师写歌好，唱的也好，我也不行。以后咱就唯快不破吧。没办法，没招，我给我逼的没招没招的了。啊，是是是，我是跑江湖的。觉得你很优秀。谢谢谢谢大家，没有点关注的给小白鸭点点关注，我们还有1000关注就158万粉丝了，是不是？那直播间有没有1000位兄弟没有帮小白鸭点关注的？咱们点一点关注好不好？下播时候能不能凑个整啊？花卉凋谢草长青，反正长不长青不知道，我是挺能吹，反正是挺能吹，挺能忽悠啊。这个从小到大脸皮厚是吧，刚才忽悠人家大姐给我送的礼物是吧，老是找人要医药费，我脸皮得多厚，热气球都要。最后大姐呀是看我脸皮太厚了，怕我下不来台。哎呦我的妈！送了我两根火箭，该说不说真香。笑看红尘哥，你咋还送个热气球呢？咱自己家人就别这么破费了呗。258万了呀，我就喊那么一嗓子就到了。没点关注的给牙牙点点关注，谢谢大家。啊，这脸皮厚，脸皮比较厚。250啊，不是150吧？哦，说错了，宝宝说错了。你要点富贵的关注啊，你爱点谁点谁吧。啊，谢谢大家的祝福啊，谢谢大家祝福。溜达溜达去，别溜达了，宝宝，咱们不溜达了。大哥大姐今天挺破费的了，我是因为大哥大姐们对我真的很好，我们连线了，大家就会破费。我打算以后好好的去选品，然后呢，好好去带货，然后也给大家做娱乐。啊，也给大家做娱乐，然后呢好好去选品带货，大家给我刷一根火箭，那如果说拿1000去买点东西去，在直播间去买点东西去，我觉得比给我刷礼物更实惠，对吧？你给我刷了礼物，我让你摸我手你都不干。那这消费了，大家是我知道是情绪消费啊，我明白是这种情绪消费。但是呢，就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大家理性消费，我知道大家是为了开心啊，为了消费，但我还是希望以后我的直播能有价值，就哪怕你给我刷了一根火箭，拿这个火箭去买东西，我觉得比我给我刷火箭更值得。我是不是傻？哎呦我的妈！但是因为我们家粉丝对我真的太好了，就像刚才咱们家姐姐飘萍说，咱们家粉丝为什么这么铁？其实就是因为大家喜欢我，支持我，见不得说我们家不好。所以一直在拼命努力，我也很心疼大家，所以我明天就会去我们有一个上市的公司啊，我们去那儿去谈一些东西，然后我希望呢，就是我的
我的这个付出能跟大家对我的付出能够成正比，这样才是我最愿意做的，而不是我一点一点的去消耗我们家大哥大姐，消耗我们家粉丝，这样我是心疼的。我其实不配做主播，就是我没有那么心狠往死了薅，但是薅大哥的时候我也挺舍得下手哈。啊，大姐说没看够还要玩儿。刚才有好几伙连我，我都没接。早知道我接呀，大姐。姐，刚才刘小浩他们连我了。这几个你也处。上次就是他们几个啊。这次他们又来盘我来了，他跟一言儿不干好事儿。他在连线，一言找你，让他拉我。哎呦我的妈！我打死他！我，你看公屏啊？对不起，对不起宝。相信你，你怎么样我们就跟着你走。谢谢我们大哥，谢谢大哥。说大姐说没看够。哎呦我的妈，那几个孽畜。嗯，一阳他们在连你，兄弟们你让他再连我一下，我没看着啊。刚才连我一下，我这在这不是在讲话，我加入进去。嗯，对了，来了吗？就是嗨，刚才我在说话呢，然后一下错过去了。嗨，嗯，你跟刘小浩，韩美是个好宝宝，你跟刘小浩真的是缺德中的缺德。你看吧，我就说这记仇吧，你还不信，到现在还记得咱俩仇呢。又忘了咱俩海枯石烂于什么？你滚！你别说嘛，你咱俩还光光情歌对唱，嗯、谁跟你情歌对唱？谁跟你们情歌对唱？你个负心汉！咋了？上次你们玩的什么？真上电了，女人。上次他们三个男生合伙玩我。什么叫合伙玩？哎、呦你说话真低俗。真是的，你就往那儿想，你死一边去。合伙玩你，你就说今天让我怎么揍你？你说。他自己说那话。你洋玩的，我跟韩九日都没动。你放屁！我俩都没动，就一洋动的。啥嘛？怎么动法嘛？动啥呀？咱几个娱乐一把啊！三个真心话（括弧韩美级别的三个真心话）玩吗？哎，啥意思？啥叫韩美级？哎呀，就是韩美问的真心话是一个标准，一定要达到他这个标准。三个真心话。哦。嗯，这样，梅姐，如果不好意思的话，可以这样。咱们就发直接发私发微信问，对吧、啊？对，直接出答案就行，这样会比较简单。对，不好意思，可以发微信问，咱就直接发微信问，你直接回答答案就行。是一二罚三四，不是一二三罚第四吧？对，一二罚三四。那行。万一就是说我老师呢？那就罚你呗。那你们还有看点吗？真的是，你把问题发给我们微信，完我们问你，你搁直播间回答。有毛病啊！我自己给自己问自己。来不来吧、嗯？开始吧。手心手背也都可以的。咱俩一会儿也不是不行。对。一二罚三四吧。我跟你说，韩美，你就别跟他俩一会儿，不然咱俩就一会儿。那他俩一会儿吧。行，我跟小蛮羊一会儿。好，好，好，好。你可要不要不然咱就一二罚三四，一二罚三四最公平。那也行。要不然刘小浩他俩老使招。对啊，就一二罚三四吧，我跟一阳一会儿，一阳赢不了。咱就一二罚三四。好好好好好。没事，是不是我不嫌弃你也行行。我怕拖到后腿，咱就一二罚三四得了。你这个话说的，就他俩一会儿。不给你一会儿，我怕你拖我后腿。开始吧，一二罚三四，明白。
别兄弟们，别拖了一羊后腿。闭麦吧，真是。别了，我真没有条件，我自己能鼓捣多少鼓捣多少吧，没有条件。咱这自己打。我家没有条件啊，也是想，这我都挺感谢大家了。这难的时候，这么多易拉罐在这安慰我，挺感谢你们了。我没有音乐，我明天正常播，我的脖子疼的不行。我就跟你们聊天，没有啥节目。别再动了，别再动了，谢谢大家。我的心态挺好，心态挺好。小伟，给你帮忙，你帮我一把吧，帮我一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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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能问啊，不然我问不了啊。谢谢一姐啊，兄弟们，咱们方便搭把手的各位大哥们搭把手啊，咱们这把一二发，听听有没有剧本？哎呦我的妈！我现在都学会了，我怕他们韩美跟他们商量好坑我都不太能。但是刘小浩跟易阳他们俩不是什么好人呢。该听就得听。感谢夏萌。哎呦我的妈！谢谢我们一姐。今天没坑啊，谢宝过来告诉我啊，感谢我们夏萌，没剧本，争取赢，问题可狠了，不滚刀呗，不行啊！哎呦我的妈！他们几个太坏了，一度坏心眼的，一度坏心眼的，研究上兵法了，现在我的兵法呢？我的兵法在吗？我的孙子兵法呢？给我拿过来。哎呀，看看书，实在不行，我知道他们问的问题很，我就滚刀。36计走为上吗？嗯，今天没剧本。仨人早商量好要整你，让易阳问你真心话。没事儿，我拿个第二就行。啊，谢谢我们玫瑰妹妹，感谢我们玫瑰妹妹啊，他们都有条件。刘小浩啊，开玩笑开玩笑，刘小浩、易阳、韩美都有条件。谢谢我帽子哥，这局输了也没有关系，不就真心话吗，兄弟们，无所谓的。虽然他们都是总是问一些虎狼之词。但是呢，我一定回答的委婉的。别担心，别担心啊。嗯，哎呦我的妈。咱们易拉罐的宝宝哈，来咱直播间的给我透露一下子，他们都问啥问题了。问啥问题了，你们给我透露一下子。感谢我们机器人大哥，谢谢大哥，谢谢我们夕颜姐，感谢我们夕颜姐，谢谢我们男人哥，感谢华华姐，谢谢机器人大哥。他们都问啥问题了之前。感谢机器人大哥，你们给我透露一下。谢谢大哥，感谢大哥的火箭。哎呦，火箭雨吗？拿第一，不着急，不着急，拿第一都行。谢谢我们机器人大哥的火箭，感谢大哥的火箭。咱有36计。真心话，问我是不是富贵，我不告诉他。你告我去吧，你上法院吧，你报警吧。爱咋咋地。感谢我们夕颜姐，你我就不告诉你，报警吧你。哎呦我的妈。感谢我们夕颜姐，谢谢机器大哥。哎呦，大哥这火箭唰唰的，穿他，用火箭尖儿扎他。没说啊，他们这种问题其实我都不会问，这种问题我其实都不会问，我不行，说实话，上高速这个事儿我不太行，车技不好。我的车买了2年了，才开1万多公里。哎呦我的妈！根本上不了高速，
没有那条件，也没有那手法。谢谢激励大哥，感谢我想舅舅。社会上的事儿少打听。他们问的问题我们也挺感兴趣。大哥没事儿，咱要侥幸赢了，我把这个机会让给他们，让他们一个人问四个。哎呦我的妈。兄弟们，谁家有万人守塔，我们家也有万人守塔的兄弟，哪怕你有一颗小心心，咱一会儿也贡献出来，有啥上啥，给我自他。一眼等着最后十秒万人守塔呢啊，让他守吧。哎呦我的妈。他们都是高速的混段子啊，那没事。说明离家近。我守塔，好嘞姐，别着急姐，万人守塔手速挺快，但是我们一个大姐或者是两个大哥三个大哥一起守塔也挺猛。万人守塔一人一个直升机，但是我们家大哥大姐们夸夸夹年华，那挺猛的。感谢我们西烟姐，谢谢忧郁的蝴蝶啊。兄弟姐妹们，咱们这样啊，咱们家大哥呀，你来吧，这局啊打冒火星的了，这局冒烟了，干冒烟了，还有三分来钟，能不能我给你两分钟时间放下你手中的牌局。能不能再来一下子，十一哥？哎呦我的妈。宇哥能不能过来一下子，能不能？你看兄弟们啊，我现在要戴上六楼的头套子，他们仨都得颤一颤。都给我老实点啊。对面那三家老六隐身呢，你们最好放下手中的武器，不然的话你们可能是死得很惨。哎呦我的妈。放下你们仨手中的武器，不要再挣扎了。知不知道这是谁？哎呦我的妈。最好给我老实点。什么橘子头，什么刘小浩，什么颜值主播，在我老六面前，放下手中的，放可对面那些粉丝，放下你们手中的礼物。我劝你们不要再挣扎了。朋友们，我劝你们看清局势啊，对面我感觉他们也不太敢动了。哎呦我的妈。大哥大姐们也别太破费，我感觉他们也不是太敢动了。一招就给他们吓住，吓唬他。守塔感觉都不太用。感谢我们焦圈姐。哈。
哎呦我的妈！哎！哎呀！哎呀！谢谢依依姐，感谢夕颜姐，谢谢夕颜姐，感谢我们胶圈宝贝，谢谢G70大哥，谢谢水姐、帽子哥，感谢天空姐，谢谢玫瑰，感谢我们男人哥，谢谢丽姐，谢谢所有送来小心心的朋友，喵！哎呦啊！不好意思呀，哎呀，怎么说不好意思啊，啥叫啥？我赢了。哎呀，五清八谢，雾里看花，谢谢句号，玉公子，谢广广。来，咱们开个麦啊。哎呀，梅姐怎么搞的，梅姐？那这样吧，那我问刘小浩吧，完了雅姐你问梅姐好吧？你问韩美吧。啊，我问刘小浩不好吗？我觉得你问韩美也行。哦，那你先问吧，雅姐，那你先问吧，你先问刘小浩吧。那个。那这样吧，我是第一米啊，雅姐，等一下，让他俩互问一下，你觉得？我就这个意思，我就这个意思，我必须给我梅姐展示的机会。浩哥，咱俩带个特效来，咱俩整个特效。哎呦我的妈！我不带，你自个带。好。你先问我呢，还是我问你呢？你先问。好的，那我就来了。你掉线了？没有。上百度查呢，你怎么查他的？来，第一个问题，来。要不要放点背景音乐呢？真心话天花板，兄弟们来了，安全带系好。哎呦我的妈！这真能说呀？你给他发微信了？对呀，我给他发微信了。我啥也没。哎呦我的妈！这是啥呀？嗯？嗯？好，第二个问题。第二个。啊？那个是啥呀？那。谁能给我解释一下？第二个问题，韩美，等会儿我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不是真心话，我是为了照顾易阳的感受，因为我们在一起洗过澡。什么玩意儿啊！啊，我不是，就是说，不是我的真实的，不是什么玩意儿啊！我只能这样，明白吧？你懂了吧？啥玩意儿扯上我了？我喝过。不行，咱得回答。喝过呀。咱得回答我是怎么问的，你得回。啊啊！哎呦我的妈！啊！啃过。你完事了，韩美，你先放肆的啊！我操，这是什么话题、啊？我脸都红了，到我了吧？还揍一个，还有一个，等一下，等一下，揍一个，
最后一个韩美，就你那个什么韩美，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稍安勿躁。你那个什么什么韩美真心话，啥都不是，我等会儿让你见识见识。啥也稍安勿躁，最后一个，来，请回答。刘小浩都不脸红。这个咋回答？他就是那个，就是那味儿啊！对吧？不对，不对！哎呦，我的天哪！这费劲的，我问的是正能量的问题，真的，你怎么这么费劲呢？啊？哦，正能量，明白了，你该怎么回答怎么回答，正能量的问题。咸。大海的味道，海知道，玻璃海苔。到我了吧？好，到你了。你把特效摘了。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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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咱要问那个，知道吧？要问真心话，咱们就是正常真心话，不是那种。你这仨有一个正常的没？我是正常的呀，真是正常的。你老想多，我是问的正常的问题，你别老想多。为什么要说是韩美真心话，浩哥？你还不理解？就是用真正常的问题问你，回答出来让别人自己去想。懂吗？啊，是啊，我是照着你这个逻辑来，你就选一个颜色就行了，没有毛病啊。你说我穿的还是啥？你得问清楚，对不对？这个你不能说，为啥要问清楚啊？这不照着你那个逻辑来的吗？你只需要选个颜色就行了，让粉丝们去猜去嘛。啊，随便选是吧？但是对呀、啊，随便，但是必须得是真心话嘛。啊。随便选一个，啊，那就红色，好，红色，嗯，韩美，你给头套摘了，快点，我看你脸红没红，没见，哼，自行脑补，兄弟们，他可以说我喜欢什么颜色，对，嗯。对呀、啊，我这个是正经的呀。正经就是你问的问题，然后我就对我就回答就可以了。来，好的，兄弟们，你让等我一会儿啊，兄弟们。干嘛，小白呀？啊，那个啥，他们有人找我。这个得摘头套。这个得摘头套，这个得摘。哎，我没让比划，你得说出来。就是一个苹果，就是一个苹果的。这多长？苹果多长啊？兄弟们，苹果大概的手机大概有多长啊？手机大概有多长啊？差不多就这么十几公分吧，对，到不了二十，对，十五六吧，十五六公分吧，对，十几公分，我也不知道，我听你们说的，对。好，还有一个问题，不带比划的必须得像刚才我回答你一样，回答出来让粉丝去猜啊。第一个你不也比划了？那下废话，我第一个你姐不像我，姐不像我，你这滚刀，姐不像我。哎呀，我申请一下，像一个问题，我能不能出去打 PK 去了？还有一个，让他回答完。我。
这是真心话。嗯，打开。哎呦我的妈！哎，不行，你问我的第三个问题的那个，必须得跟那个回答。OK OK， 打开过。嗯，不是这么回答的，就是这么回答的呀。打开。你看一下你给我发的第二个问题。是的呀。你就说，就那一个字儿。一个字就行。开。哎呦我的妈！什么玩意儿啊？六号，你能不能把问题给我截个图发过来，我看看？不要不要，这样就没有意思了，你们自己想。对，你们得自己想。那粉丝自己选嘛，我是从第二个。他给我发不然你们就没有，不然你们就没有娱乐效果了，对不对？公开了之后，是不是？我申请退出了啊！你退吧，拜拜，美美，拜拜，小浩，拜拜，易遥，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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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拜拜，好，拜拜。我脸都红了。你在挑食，爱情如烈火，你在笑狂的人是我。我脸都红了啊，我脸都红了。这个抖抖忙完了，抖抖啊他忙完了，但是我都到下播点了，兄弟们，我都到下播点了啊。没事儿哈，这有的时候呢，大家这个去感受感受其他的这个 PK 环境也挺好。OK， 好了，小峰你等到了啊，不好意思啊，那个刚才他们做惩罚呢，跟抖抖刚才那一样，所以说晚了一点，不好意思啊。我也是做惩罚，没办法。好了，不着急，不着急，我们也刚来。Hello，Hello， 你好，小白鸭，你好。嗨，王伟，嗨，小马。马总。白牙啊，还有这个王伟啊，这三位都是好朋友啊，咱别的别说了啊，你仨一会儿我打你仨，来吧。妈呀！你这么狂啊！直接开始。不是我吹牛逼呢。不是直播间得营造氛围嘛，对不对？氛围。这个氛围就行。是什么？你那个题型。咱们是组队啊，还是说咱们怎么打，怎么玩？咱组队吧。组队。可以啊。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你白牙和野小马，你俩一人领一个。不行，咱整个刺激的，最后分活也行。就提前分活吧，我觉得就提前分活吧。提前分吧。对，咱们那个手心手背先试一轮呗。来来，手心手背啊，交给命运了。抖哥出背，抖哥，我不信你的。哎呀，手心手心。好，来闭眼，手心手背。我出背了。哎，这真是，真是。啊，我也是王伟一伙。那个王伟和白牙一组，好，我跟德德一组。好 ，OK。那这么的，咱们是怎么的？盲盒还是怎么的？三个真心话，一个大冒险，行不行 ？OK， 来 ，OK 吧。简单明了。把抖哥当易烊了，家人们。我跟他真不跟咱使坏心眼子。你过去，王伟。OK， 王伟过去吧。白牙过来呗。哎，白牙过去。好，白牙什么实力啊？我没有啥实力，我都要下播手选手了都。这把呢，你躺好就完事了。好嘞，你上50万，剩下的交给我。你说马总，你让兄弟们好好保护一下我哈。不是你保护我吧，马总？今儿你保护我，明儿我保护你。你让兄弟们保护我。我今儿打空了，我今儿干挺大，我今儿。我也没有条件了，我已经是。我加油，加油，加油！我也加油，我尽量不拖你后腿，行不行？好，加油加油！王伟加油啊，我靠你了！50万剩下交给我吗？好，来，咱家所有兄弟姐，我就只5万条件。哎呀，困了！感谢我们小市民哥哥，兄弟们，咱这局就没有关系了，好不好？咱们就是随便玩玩吧，因为是这样的，抖抖，本来我是真的要下播了，我都12点了，我就。就是抖抖在等我，所以输赢就没有关系了。咱们家姐姐们、哥哥们都别上太多票了，好不好？咱们后面没有送过礼物的大哥大姐，如果你条件好的话，愿意支持的话，可以支持支持。咱们前面送礼物的大哥大姐可以停一停，好不好？你们别消费太多了，我们就随便玩玩。没有送过礼物的，你如果说哎，我是个小老板，我可以行，那咱们就那个谁可以送送。咱们前面大哥大姐们，咱们就别消费了，好不好？咱们这输赢没事儿啊。野小马条件非常好啊，非常非常好，非常牛，将。
周董这个也很厉害，但是王伟我第一次认识他，我们有幸也能一伙，所以那个让王伟往上窜窜吧。咱们家省点钱好不好，谢谢我帽子哥，感谢我们 FY 啊，谢谢咱们其他哥哥姐妹有条件的可以什么小心心啊什么热气球啊啥的，愿意支持的支持点，但其他大哥大姐们都省点钱。谢谢球姐，感谢球姐，谢谢奋斗哥啊，谢谢我夕颜姐标准的富婆啊，感谢大姐，谢谢我姐啊，感谢姐，我姐真是标准富婆的。我就不舍得你们花钱，感谢我们秋冬姐，感谢我们男人哥，谢谢球姐，咱不能局局都那么狠。不行，没法玩了，这事儿这太破费了。谢谢风信子啊，感谢，谢谢西，谢谢西姐，咱们后面哥姐姐们有条件可以帮帮忙，前面大哥大姐们你们就省点钱吧，感谢胖子先生，谢谢胖子先生，感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谢谢大家。这个本来就是要下播的，我直播间现在没多少人了，都该睡觉都睡觉了，今天超时了。感谢我们天空姐，谢某军哥，感谢大哥大姐。那个对，后面还有没有，谢侯星星，感谢星星，谢梦之队，感谢八四八，还有没有哥哥姐姐们在直播间的，谢大家小心心，现在小心心贼管用。现在小心心贼管用啊。这个感谢我们徐徐姐，徐姐打完麻将了，这是今天赢没赢？哎呦我的妈！谢谢大家的小心心啊！咱们抢了红包的朋友可以丢就丢了啊！谢谢我们雨露的棒棒糖，谢谢我婷婷姐，感谢五哥，看看我们家众筹能力是杠杠的，咱不用万人守塔，我们家很少偷塔啥的，咱就往上硬刚。感谢，谢谢小白号大哥，感谢欢迎大哥，感谢王者哥，谢谢无穷，谢谢我们哥姐你们送来的小心心，谢谢我们风信子，感谢大哥的宇宙之心，谢谢小白号大哥，谢谢大哥，听哥哥去哪了这两天？哎呦我的妈！小婷婷啊，小婷婷，多长时间没来守塔了？赶紧给我充20万！谢谢我们小白号大哥啊，这个谢谢谢谢，咱们其他哥哥姐们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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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太波费了太波费，后面肯定还有神猴，咱家还有隐藏神猴，肯定是，肯定还有隐藏的神猴，往前走一走。哎呦我的妈！这是什么，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机器人大哥，感谢大哥的黄金火箭，哥别冲那么猛了，哥哥你也省省，感谢我这一生，谢谢比心，谢谢大家棒棒糖，对每个棒棒糖也是支持啊，没有礼物的宝宝啊，还有咱们家哥哥姐姐，如果觉得真的很费力，咱们别送礼物了，咱们就点点赞行不行，今天8.8上古分红168，啥安安钱啥意思，姐我没玩过这个我不懂，谢我们西烟姐，哎呦我的妈，咱们直播间现在1.3万人啊，1.3万人快下播时间了，人比较少了，咱家1.3万人有礼物的咱们随便送啊，哥姐你们省一点好不好，没有礼物的宝宝咱就点点赞啥的，或者给这几个主播点点关注啥的都行啊，别太破费，咱们玩输赢不要紧，就是还是那句话，咱以后有钱咱去买点东西去，这都无所谓的，我不想让你们太破费啊，谢谢大哥大姐们，过用过了过了，感觉姐这是翻了双倍呀，啥意思呀，麻将安安打麻将，我们上8.88哦，安姐打麻将了，对，因为野小马家大哥神豪特别多，他们一个大哥真的很厉害很厉害啊，咱们那个啥，咱们家股票赚了几百万，哇，我只有600票了，明天给富贵打人机票，好的好的好的，一朵可以可以，谢谢我夕颜姐，
可以可以，咱们家宝宝不要太破费啊，我们可以留着给富贵送送人气票啥的都行啊，咱不能太吃力。谢谢我夕颜姐，感谢770大哥，我的妈，我从来没想到我们家大哥大姐们这么有实力，我整天想着保护他们。谢谢昆仑哥，感谢昆仑哥。兄弟们，如果你们好奇的话，可以点开咱们家的榜单，从榜一到榜一百，我们家没有断崖榜，就是我们家从大哥到大姐，没有断崖榜。刘小浩抬走了，咱们家没有断崖榜，就所以说我们家每天有大哥大姐们的守护啊，有兄弟姐妹的棒棒糖和小心心，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有荣誉的一件事儿，而不是说我们有一个大哥疯狂的刷，而是我们一起玩啊，很开心。8.8入股安安打麻将分红168啊啊，赢钱了，给大家一人分了168，是不是说明了我们家都是真爱粉？但是希望真爱粉的宝宝们啊，哥哥姐姐们，咱们理性消费。也欢迎我们各家的朋友啊，还有2分钟的时间，咱们浅唱一首半首歌好吧。不喊了，我不喊守塔了，不喊守塔了，输赢没关系，大家别太破费，我会很心疼的。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回忆的伤，每当我看见白色的夜光，想起你的脸庞，明知不该去想，不能去想，连忧伤都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问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唱。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讲，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旁。哇哦，谢谢，谢谢我们大哥的火箭，感谢，谢谢大哥，谢谢天使姐姐，感谢我帽子哥，谢谢大哥大姐们的火箭，我的天哪，感谢奋斗哥，谢谢天狗姐，感谢真人姐。感谢我们夕颜姐，感谢秋冬姐，哇，感谢秋腿宝贝，感谢一姐，哎呦我，太猛了。感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兄弟们，这个也太猛了吧，谢谢我们依依姐，感谢我们胶圈宝贝，感谢所有的兄弟。感谢依依大姐，谢谢我大姐，感谢机器灵大哥，谢谢我们胶圈宝宝，感谢小白号大哥，谢谢夕颜姐，感谢秋冬姐，感谢我们帽子哥，谢谢天空姐，感谢徐徐，谢谢昆仑大哥，谢谢兄弟们的。
火箭大炮。哎呦我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我马总也，马总也猛了，确实啊，咱俩还当时得，咱俩就没一伙儿都。啊，咱俩一伙儿实验也拍出来，一伙儿干巴了，干巴了。对对对。那两位票多的先开始吧。对不住马总啊。啊，白牙，你选一个，你问谁？我都很害怕，我拖你后腿，能不能不问这些话了？这个不是我强项。那你就想怎么罚就怎么罚。想怎么罚就怎么罚。对。怎么罚我接了。你俩旁边有方便面吗？有，可以找。我可以找吧，就有方便面吗？可以有。小白牙真有50万，确实啊。咋整？有方便面。找去。我让那个姐姐拿一下啊。你先买。不是这样吧？别麻烦了，那就王伟吧，都交给你吧，你来罚吧，我不罚了，我不善于惩罚，这两个机会都交给你了。不罚了啊，行吧，那我罚斗哥吧，好吧。好，行，斗哥你给我来个活，来个那个目前最狠的最变态的变装。最狠最变态的变装。对，那不就纯纯是他吗？对啊，你给我来一个你那里边最狠最狠的。最狠的就是随时互动，随时来，随时跟你们唠。陈总再发一个10000的福袋啊。正常，我人在这儿，然后可以说话，可以聊天，特效还能有。就嘿，谢谢钱，我操！这随时随地了就可以，就是我，都是你现在又升级了，升级了，完事还有，比如说实时的嘛，实时的，比如说你看哪种呢？这种吧，王伟，啊，去，我操！他会魔法，这个也算，他放大不了，他会魔法呀，家人们。还有那这样的吧，我再加一个，我再我你讲。还有一好玩的，小白牙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咋不？那雷咋不击死你呢？你这样，斗哥，我给你加个有趣的。这说明他没有说谎，斗哥，没有皮到他，斗哥。啊，我给你加有意思的啊，说你现在给小姨妈发微信啊，我电话没有电，不是我不发，你看关机了。那你在直播间说，欢迎下课的宝宝，说什么？小姨妈我爱你，小姨妈我爱你。你看如果行，兄弟们，小姨妈祝你生日快乐，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小姨妈我爱你。想要的美丽女人，你是我这一辈子最I love you. OK 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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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牙我也爱你 OK 野小马我也爱你朋友之间那份爱，感谢祝福，大爱无疆，确实了，大爱无疆，朋友之间的爱，你在你会遭雷劈的，我感觉那白牙你罚下小马呗，马姐，我不罚他了，我不罚他了，那么可爱啊，你不罚了，那显得我是啥人了？我说让你罚，你不是不干吗？你替我罚。啊，来嘛。啊、以前也小马家打完我，多、啊、你这大哥也没咋罚我。你也别罚小马了，你就一准都一招都罚我就得了，省着得罪人，是不是？哎，但是刚刚我还罚你啥了？我是大坏人了，真是。行了 ，OK 了，那就 OK 了。你不是个好人。罚谁给易阳表白呀、啊？太好了，野小马是易阳媳妇儿、哎、啊？说的这怎么？那这个谣言真的是马姐，你给易阳发消息，你说咱俩黄了，我跟王伟了。嗯，你就说这个就行了，行。你说易阳，我跟你不好了，我跟王伟好了，王伟连带着橘子特效都比你好看，能不能你是丑橘，不是要说那么多吗？别说那么多，就大概这个中心思想就行。伟哥能把我也带上，我也吃个瓜子。好，你说，我易阳，咱俩不好了，我跟江朵朵和王伟好了，他俩带特效都比你带好看，他俩你带特效完全是丑橘，哪有那么多话？嗯、啊，还有记不住。易阳，咱俩黄了，江斗斗和王伟
是这个抖音上，我最喜欢的男人。虽然他俩带橘子没有你好看，但是我还是选择跟他俩好了。我们俩掰了，拜拜。OK 了。我放一下啊。易阳，咱俩黄了。OK OK OK。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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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OK OK。天哪！明天送我上山。我在想，没有啊。我过两天发新歌，因为过两天，周杰伦老师的团队会给我们写歌，然后方文山老师。我寻思你跟周杰伦老师要合唱一首呢。雅姐再点关注呗，雅姐。好呀，好呀，好呀，好呀。你能买着周杰伦的票吗？他们送了我一张。是哪儿的呀？是哪儿的？海口的。能买着吗？海口。哎，那个我们仨，你一人打我们仨呗，你输了把这票给我们仨分了呗。做梦！不是，是海口的，应该是。海口的。我完了，一人阿贵给我攻击了。哎呀，我是好人呐、啊！我是好人呐、啊！那我撤了。好，拜拜，有机会再玩。爸爸，拜拜，小马，拜拜，王伟，拜拜，拜拜，拜拜，多多，拜拜，好，拜拜，拜拜，拜拜。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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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晚上不是今天晚上，我真的吃的五饱六饱的，今天太破费了，要不然咱今天周几了？今天周四啊，周三，现在已经过了周三哈，周三那不行，咱周五别播了。兄弟们，我今天这不是正爆炸了吗？哎呦我的妈！不行，周五咱不播了，周五给大家省点钱吧，我播你们就费钱。一直唱歌吧，你们还没意思。出去连线吧，全是大卡，就整大橘子。要不咱周五休息一天、啊，成吗？不行。你看咱家，你看咱家榜的，不是周四你们该看谁看谁。我说是周五我休息。周五我休息，周五我休息吧。我就看你们太破费了，我是真的很心疼。我明天，上午9点，然后那个会去跟他们聊。我是真的很想把自己，我觉得你们送我的礼物变成以后觉得有价值的购物，这样的话比送我礼物强。因为我们家姐姐们纯纯是情怀，什么都不图。我们家大哥对我呢，可能也没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就是我每天我的情绪价值，我给你们提供的快乐值这么多钱吗？会让我觉得自己会有点罪恶感，所以我想以后好好的带货，大家理性消费，咱们不打大的，兄弟，你看看有哪局小，倒是不大，五六万也行，你们不干呢？哎呦我的妈！哎，来，咱们唱两首歌下播行不行？大家也都困了，是吧？不行，怎么洗车的还连我呢？人家我不洗车，这咋的了？这抖音是，今天感谢我们直播间的大哥大姐们给了雅雅这么多牌面，谢谢我们依依姐，感谢我们夕颜姐姐、焦圈姐姐，谢谢帽子哥啊，感谢昆仑哥、秋冬姐、天空姐、水姐，谢谢我们孤舟客、西元姐，谢谢宁姐、男人哥，感谢我们头头，谢谢安安姐、玫瑰，感谢我们小歪，谢谢打麻将赢了的徐徐姐，谢谢五哥，感谢丽姐，谢谢关心你的人，感谢喜儿姐姐、球姐、天使姐、321黄金哥、宋宋、某君哥、一梦哥、我这一生、你若安好、一下之风、王者峡谷、银风、小黑粉、梅子姐、笑看红尘、陆家、侯星星、华华姐、天佑明星、菊花一朵，感谢小丑鱼、忧郁蝴蝶，谢谢烟头，感谢我想静静仙客来清浅，
有福之舟美丽心情 FY 雨点旭旭风信子专情公子杨导加诺涛姐白晶小熊菜鸟虾萌胖子先生文姐我们直播间每一位宝宝啊那我今天下播不给大家发私信感谢了好不好来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也好爱你们呀所以我每次大家送我特别多的礼物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罪恶感你温柔的甜美好像鸟儿天上飞只因为我和你相爱相拥相依偎你的眼我的泪就算痛苦也珍贵只因为是你在我身边伴随我说我的夜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度过每一个黑夜和每一个白天在你身边守护着你我说我的夜里只有你你是我生命中的奇迹但愿我们感动天让我们感动地让我们生死在一起永不分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不在乎人气愿意跟雅雅一起并肩你温柔的甜美好像鸟儿上飞只因为我和你相爱相拥相依偎你的眼我的泪就算痛苦也珍贵只因为是你在我身边伴随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度过每一个黑夜和每一个白天在你身边守护着你我说我的夜里只有你你是我生命中的奇迹但愿我们感动天让我们感动地让我们生死在一起永不分离我说我的夜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度过每一个黑夜和每一个白天在你身边守护着你我说我的夜里只有你你是我生命中的奇迹但愿我们感动天让我们感动地让我们生死在一起永不分离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爱我我也很爱大家可是我们连线就要有 PK 因为要有曝光度可能就要 PK 但是我们连的线肯定是大主播连头部主播加主播的时候他们我们的票就会很高然后大家就会很辛苦所以有的时候我就真的很心疼其实我那天打点滴的时候自己一边打点滴一边掉眼泪就是我觉得我上辈子到底做了多少好事这辈子有那么多人从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来奔向我所以我会责怪自己我觉得不争气总是生病然后总是嗓子哑然后就我想做一些我能够为你们做的事为你们付出的事情所以我就很自责一边打针一边掉眼泪然后我希望我以后的路能够是为大家做些什么而不是让直播间大哥大姐们粉丝们为我去不断的消耗自己那样我会觉得我心里会很难过谢谢我们直播间的大哥大姐们我们每一次 PK 不一定非要赢、
只要大家都参与了，哪怕只有一个小心心就可以了。也希望我们的大姐们大哥们，直播间所有粉丝们生活中能过得快乐，因为我而快乐，因为你们自己而快乐，我们能够对自己更加自信，对生活呢能够充满信心，这个就是希望丫丫能跟大家一起走下去，做走下去的决心啊。就哪怕不知道以后我会把这个做成什么样，但是我一定会尽力啊，尽力而为，不辜负大家的期望。但是也许也有可能我做的不是很好，没有把它做的特别好，也希望大家不要失望，我一定努力，好吧。眼里有光，谢谢依依姐，谢谢，我没有哭，我眼泪都没有掉哦。谢谢依依姐，感谢我机器林大哥，谢谢夕颜姐，感谢焦圈儿，谢谢大家，谢谢猫子哥，谢谢我们榜上的每一位兄弟姐妹。好啦，不啰嗦啦，大家早点休息好吧。感谢咱们直播间每一位朋友，那我们今天大家就早点休息啊，然后我们一起加油，明天我要去干正事儿了。好，来，兄弟们，哥哥姐姐们，做个好梦，晚安喽。